到委员会出席委员已除法定人数。好，现在宣布开会，首先进行报告事项，请议事人员宣读上次会议议事录。立法院第九届第二会期交通委员会第十五次全体委员会议事录，时间105年11月21日星期一上午9:03至9:56，11月24日星期四上午9:02至下午1:12，地点本院红楼201会议室，出席委员郑委员天才等15人，列席委员黄委员韦哲等31人，列席官员11月21日交通部部长贺成旦等，11月24日交通部部长贺成旦等主席曾召集委员雪生，11月21日报告事项宣读上次会议事录决定议事录确定，讨论事项继续审查106年度中央政府总预算关于交通部运输研究所单位预算决议，交通部运输研究所单位预算处理完毕，审查结果二，税出部分第14款交通部主管第5项运输研究所原列4亿7222万5千元，减列委办费1891万元，科目自行调整，连同原减列之国内旅费10万元、设备及投资50万元，共计减列1951万元，改列为4亿5271万5千元。本项内容委员提案17案不予处理。11月24日，邀请交通部部长贺成旦率同所属就复兴航空停航事件及国际航空公司营运现况列席报告，并被质询。本日会议由交通部部长贺成旦及民用航空局局长林国显报告后，继而委员郑宝清等20人提出质询，军军部长贺成旦及相关人员分别予答复。委员简东明、徐正卫及刘建国所提书面质询列入记录，并刊登公报。决定一，报告及询答完毕；二，委员质询中要求提供相关书面资料或未及答复部分，请交通部及相关单位请速以书面答复。通过临时提案8项，散会宣读完毕。请问各位委员对议事录有没有意见？没有意见，议事录确定。现在请议事人员宣读讨论事项案由。继续审查106年度中央政府总预算案关于交通部公路总局及所属单位预算，业已询答完毕，进行处理，宣读完毕。请议事人员宣读交通部公路总局及所属单位预算的预算数。交通部公路总局及所属税路来源别预算数第二款罚款及赔偿收入第142项公路总局及所属32亿3609万3千元，第三款规费收入第112项公路总局及所属43亿5093万1千元，第四款财产收入第161项公路总局及所属2亿760万6千元，第七款其他收入第158项公路局总局及所属7661万元，税出机关别预算数第14款交通部主管第6项公路总局及所属525亿4889万3千元，第一目一般行政46亿7646万1千元，第二目公路及监理业务管理57亿7751万4千元，第三目公路建设及改善计划419亿6319万3千元，第四目一般建筑及设备1亿2990万4千元，第五目第一预备金182万1千元，宣读完毕。现在进行讨论事项的处理并进行协商，同时请议事人员宣读委员提案。提案第一案，郑云鹏等提案，公路总局106年度编列罚金罚款37亿7000多万元，建议增加税入3亿元。第二案，李红军等提案，106年公路总局及所属罚金罚款编列31亿7048万5千元，建议原此罚金罚款项目3减15%。第三案，刘兆豪等人所提公路总局及所属税入预算行政。好，我们现在要进行公路总局单位的预算处理。那我们先处理第一案、第二案。第一案、第二案是可以并案的处理，是属于罚金罚员的收入是属于税入的科目。那第一案是增列，第二案是删除。增加两。那第一案是。刘兆豪等人所对公路总局及所一个是增加，一个是删除，但是都是同样一个税入的科目。1566万。好，这个请公路总局来做说明一下。第六案，公路总局106年征召费14亿1566万。委员会跟主委跟各位委员报告。1亿元。
有关第一幕跟有关第一案跟第二案哦，大概都是有关罚锾收入的部分哦。那我们是建议因为今年大概从今年开始哦，这个桃园市因为它已经相关的叫那个财阀已经移拨到地方政府了，所以其实它本身呢在罚锾的收入里头大概就会减少大概4.5亿啊。那我们这次呢在相关的预算的编列又大概增加了5亿哦，所以其实整个来讲已经大概有将近到在一来一去一回哦，大概会有10亿的这种建议增加1亿，就是违规财阀。违规财阀啊，他已经依照这个分配的比例哦，都已经分配的规定了，都已经移拨到地就是到地方去了，所以我们建议哦，这一二案哦，是不是还是可以维持哦原来的一个编列数哦，不做调整？一般行政水电费。曾云鹏委员。88,000元。合计就好了，那请叶委员。反正这个是实报实销的，这个啊多少就不要处理。好，那就不予处理。我们现在要处理第三案到第九案，第三案到第九案是属于增列的部分。1,600,000元删除3,000万元。第三案到第九案也是属于税入的科目，是属于规费收入的超增。那这个部分。中的学分补充，要提案的委员有没有要补充说明？是，提出算案报告并经同意后，使得动之。第14案，肖委员美琴等所提。没有，我们现在处理第三案，第三案到第九案。一般行政基本。第三案到第九案是属于税入的部分，规费收入的部分哈。第三案到第九案。你3减100万。郑委员，请说明一下。没有，就看大家要增加多少。我们4亿、1亿到4亿都有嘛。印制台湾人的入。还有2000万。250万元。不同的科目。第十。就看赵伟了。赵伟。好，立管。那这个，我是建议可以增列1500万了、啊。那个局长说明一下。是，我想这一部分哦，因为其实各个科目之间的相关的情形，譬如说代减费哦，代减费因为大概从今年的开始哦，我们已经把这个代减费的原来是这个代减厂的比例是32%的，它就是代减这是在第三案的第三案的部分哦。办公清洁安全的情况，我以为没关系，你继续说。因为是我的意思是说，这个这里头有增有减哦，当然是规费的收入里头有增有减。譬如说在代减费的部分哦，这个代减费的部分在从105年开始哦，我们给代减厂的代减费由原来的12%增加到4%啊，所以其实严格来讲，公路总局的收入呢，大概就是由1/3调降为1/5哦，这是一种情形哦。当然还有一些考照啊，是少子化以后。然后那个考照的这个人数呢，到大概目前为止比去年同期大概少了4万人哦，所以考照要减少了，当然它的规费收入也会减少，但是不会延的，在这里头也有些车辆数的一个增加了，所以我们原则上呢有增有减，就同意依照这个招委的意见啊来增列1500万。好，增列1500万。好，第三案到第九案，我们要以哪一案为主来定案？3到9，第三案到第九案。450万。招委的1500是增加在审查费、证照费，还是我们以第七案为主来做一个文字修正，好不好？不然这样，招委好，你来看公路总局这边，因为第七案是增加2000万，那就依照这里是不是就好？可以增加1500万是好。第三案到第九案是并案处理，但是我们这个修正的部分，业务管理、业务经理、业务一般事务费编列4亿1325万7，就在科目下他们自己处理啊。那就要调整很多了、哦、如果你在行政规费要去调的话，你不增加个上亿元是讲不过去的，因为它你有分嘛，审查费、行政费、证照费、登记费啦，都不太一样。可不可以让我们自己去调整规费收入？你们收入其实至少调个3亿都可以。第七案是规费收入啊，规费收入部分是比较大、啊、是规费收入的部分。第26案，郑文英本等所提，公路经理管理业务规费收入，第七案规费收入增加1500万，好，修正通过。现在我们要处理的是第10案，这个就没有并案。第10案来，
请这个第四案是有关于这个劳务承揽啊，是一个冻结案。我在这边先简单说明一下，我们106年度预算呢，劳务承揽编了112,312,000元，那预计要禁用2659名劳务承揽人力，这个比105年啊增加了8,625,300人，那增加禁用的人数啊高达109人。那政府单位我们这几年交通委员会一直在的要求啊，要减少非典型这种雇用的方式，那避免啊劳工低薪化无法稳定的工作。那这个部分我是要求你们提出书面报告说明冻结啊这个编列汽机车燃料使用费1000万元，这个哈冻结8600万。31案，来，请我支持一下赵伟哈。我记得我们上一届最后有做一个决议，是公部门都不可以用派遣劳工。32案，我们有做这样的决议哦。啊，你们为什么还增加这么多？未增的技术高。来，请局长说明一下。委员会报告，我们这不是派遣的人力，这是属于劳务承揽的人力了。所以说跟，哎是。那这一部分呢，因为它是属于公路养护啦，那公路养护大概就是一些路容的整洁的维护啊，而且这是全局各工程处的相关的人力 total 加在这里面的，所以当然有这个我们会按照这个招委提案招委的意见了，我们是不是可以冻结？我们提书面报告。哎呀，就冻结了。我觉得这个不是只有冻结呢，我们应该反对他再增加禁用这种派遣的人。哎，赵伟，他讲一下。来，请那个林俊宪委员。你在劳务承揽那边做啥？啊，你是委外吗？局长说明一下。看起来应该是委外吧。林委员。机关防护灾害演练是委我跟委是承我是劳务承揽行啊，承揽是劳务承揽，然后再做譬如说像那个路容热马在省道上啊，像那个水沟的清污啦，是道路的清扫啊。那你是不是委外1,500,000元？是委外，劳务委外的，是委外嘛？那为什么增加109人？增加那么多？你是一年一聘吗？是一年一聘的方式。那明年就不会有这些？但是每一年他大概都是因为他这些有这些需求的人力在了，哎，那如果你每一年都有，那去年也有，是，那如果你这个拿掉的话，那你用什么去补这个业务？不是，我们不是拿掉，我们是说他增加，我们不让他增加。39案，他去年就有，今年又有就好了啊，为什么还要增加？对啊，你再说明一下，你这109人吧，那个以往啊，因为我们有相关的人力是可以与我们局里头，但是他承揽的人力是高达2600人以上。是因为最近呢，因为承揽的人力高达2600人以上，是一缺不补啊，而且比去年增加了比今年增加109人。什么人力一缺不补？萧美琴等所提。对啊，你冻结，然后你就是明年比今年都会多109人，你还预缺不补？包委员，改善方案的动作。那因为就是说，第41案，刘文兆豪等所提。包委员好，那因为我们是大概组织改制嘛哈，所以大概4级的那些人力预缺是会冻结，所以对出缺。那中央分隔岛那上面那个花束，你又另外委外包的，局长，你那里面有没有包含中央分隔岛那个整修啊？管理向下数据通讯，整修清洁，整修没有了啊？3,475,000元，只有整修排水割草那些有啊？清理排水沟有啦。对，我知道白水沟你有嘛？我说中央分隔岛很多有花有树啊，那些你有没有整理啊？算是好，照案通过哈，照案通过。我们现在处理第11案，第十一案是水电费。来，委员有没有要补充意见的？还是请那个局长说明。是我想这个我们大概会前大概有跟刘委员有沟通过了，原则上委员大概认同。刘委员不在，我们就这个因为是水电费哈，这个实报实销的，我们就先不要处理好不好？这个就不予处理。我们现在处理第12案是法定编制的待遇。125元冻结，这个请。并向这个公路总局简单说明一下。
是，我想这个是李委员也认为是说，因为我们的很像待遇的人事费用增加了，但是这其实之间是因为相关的人员他是晋级的晋级以后的那个费用的增加了，所以这部分我们大概也有跟委员这个人事费用。李委员的提案最主要是说你们预算原额减少了，但是你们的这个人事费用减少没有错，但是人事费用增加了1800多万嘛，但是在编列的那个法定的编预算编列的时候，薪水增加了。好，局长有说明，好，那本案不予处理。现在处理第13案。第13案是学分补助会，是冻结案，这个请。好，请那个局长简单说明一下。我想这一部分呢，因为它是依照相关的公务人员训练进修的办法所来编列的啦。那这部分呢，因为也是一样有同仁有去上课，才会有所谓的这样的学分的补助。所以我们是不是建议？是实报实销。所以我们是不是以冻结五分之一的方式，然后提书面报告？好，并经冻结五分之一。冻结五分之一，提书面报告后，使得动支修正通过。现在我们要处理的是，也是第一幕哈，是14到17，是可以并案的，是属于基本行政维持一般事务费的节能减碳的部分。14案到17案，第54案，林文黄军等所提。好，我先请教一下啊。我们为了要节省国家的能源，那建议公路总局印制台湾人的路资书面版本啊，全面要采用电子档的方式来发送。那公路总局这边简单说明一下。我跟委员报告一下，原则上台湾人之路呢，我们大概也是以电，原则上是也是有电子书啦。那每一年大概也是这个书册呢，大概是尽量以减量以1000册的方式来印制哦。那是以最低的，但是这些印制呢，其实我们是大概是有委托这个台湾爱智潜能发展协会来帮我们印制啦。所以我想这个从来辅导这个身心障碍同者跟这个可以之间可以取得一个平衡，所以我们是不是建议啊这一部分是不是你们印制的数量也不大，才数量1000份，那个招委建议350万就好了，好，这几个案并在一起的哈，这是14、15、16，身心障碍团体是不是可以对，还有他这个部分，而且这是一个好啦，我建议采那个赵正宇委员的，我们用第16案为对啊，为350来删一点呐、哈。我说3150，现在那个动议350哈。你花少一点的，你那整个都是一堆，到那个给我们几挂啦。对啊，还要、你少花一点嘛。那无障碍那个就不能就不能不印，那个要印哈，那个照印。科目让我们自行去调，自行去调，去自行去调。赵正宇委员的这个提案哈，那就从14到17，350万，那请公路总局自行调整。我们现在要处理是第18案，18案是清洁保障这个有关于原住民的就业，来那个。委员有没有啊？郑委员，中计划设备投资编列3000万元，减列500万元。好，第六好，郑委员啊，公路总局有跟郑天才委员来做说明哈。好，改书面报告，那就改书面报告。第65案，叶文英今天好，修正通过哈。公路现在要处理第19案，是属于文康。不好意思，那个是不是经同意后，就是改书面报告后送交委会？同意后就那个几个书面报告，是同意后送书面报告后，是使得动支。书面报告当然是送交委会，不然你要送哪？不是啦，不然你要送国防委员会吗？还有一个同意啦。公共员推升计划编列多元方好，我们现在要进行19案，是文康活动会的部分，我有没有要说明？好，我就是说明一下哈，就是说我们希望这个文康活动费哈不要民实不符了哈，所以我这里是要求全数冻结，然后提出一个书面报告哈，让我们了解你们实际的实施的状况，好，然后再动支。多元推升计划将补助费36亿500万。文康活动都在干嘛？对，你们一个人的上限是2000元，是不是一年？一个人一年有2000元的上限啊，都在办什么活动？
我们办理那个我们局里面的各个社团，哦，我们局里面社团也蛮多的，哦，有有桌球社、羽球社，还有舞蹈社、瑜伽社、登山社等等。好啦，这个要给不会重复啊，就是每一个人对啊，然后我们也那个配合我们中央的那个有没有运动会那个总统杯那个比赛，还有各项的球类比赛，他们要请老师啦，这个动机运球三案，好好好，提案是不是可以？监理业务管理、公务公务秘书多元不予处理的37亿元。好，本案不予处理。分之一，我们现在后十的动机要处理第20案到23案。公务秘书多元推升计划。啊，主席。20案到23案，还有26案。6400。啊，主席。好，请陈委员说明。啊，本案哦，报告后那个有关于监理业务的管理哈，截至105年8月底，代征契燃费未征收款大概达到128亿啊，128亿。那未积极处理哈，然后在今年3月呢，又误开汽车的一个燃料费处分之数的一个案子，浪费了公帑700多万哈。那这不但也影响到政府整个执法的形象，同时监察院提出纠正了。我对这项计算的看法就是说，我们公路总局应该对类似这样的业务的管理呢，应该妥善的处理。在还没妥善处理之前呢，应该就针对这笔预算呢，我看其他同仁都有意见哈，那我建议删除1000万，那一定要删除的哈，不能不删除。那额度的话，部分的看请大家来讨论。委员红军等李委员，你就随由征收就不会有这些问题，也不要去催缴啊，也不要去送达书，什么都不用啦，啊。市长对不对？你也同意嘛哈？对啊对啊，说我说建议啊，以后就这个状况来用啊，对不对？我建议安尼啦吼，3500万啦吼。啊，表示讲警惕啦，以后这个要小心一点，这样好不好？好，那我们现在处理的是20案到23案，那另外26案是冻结案。第8案，那这个部分3500万太少了啦。系统建设规划及交通部自行车示范路网资讯。我的提案是3700啦，主席。来，林俊宪委员。我的提案是3700啦。那请教你这边退位退完了吗？都退完了。好，叶委员，好啦，照林俊宪的啦，我觉得3700万都太少了。好，就按照林俊宪委员的提议，3700万。那科目我们尊重委员提案哈，其他的自行调整。对，在公路建立业务相。那冻结的部分就改1/5，然后书面报告第26案。我们现在要处理并案的是第30案，还有30案是删除案哦，删减案。那冻结案是24、25、27、28。经同意后，动之。来，请简单说明一下。郑委员报经等所提，全国自行车有第30案整体规划及交通部自行车路网建设。跟委员会报告哈，我想有关随车征收是不是改随有征收，很多委员大家咨询都有提出关切哈。那我们之前也跟各位委员报告，事实上50年代曾经实施过随有征收，那产生的就是短征，还有非车用油流用、地下油行这些等等的问题。那当然近期因为随着电动车辆的这一个越来越普及啊，这个随有征收的话，那变成非车用油。电动车辆普及是普及到哪里去？不要乱讲。我们现在电动车辆哪有普及？就是，相关的议题啦。那当然，因为委员都很关心，所以这个部分，目前部里面也已经请运输研究所进行一个专案的研究。就这个，如果改随有征收，会不会造成所谓的短征？还有这一些电动车、油电车应该要怎么样来征收？还有随有征收可能要有经。经济部那边的这些这个油品公司怎么样来配合这些行政的作业，那么等等这些议题啊，来做一个专案的研究。那个不用讲那么多，既然会随有征收讲很久了，大家也都只有用冻结案算很客气哈。但是这30案呢，是真的可以考虑，因为这是你们的宣导经费。宣导经费用到1000万。
然后呢，其实我们大家心里有数，这个税收征收根本就完全没有进度，所以呢，这个就不用再宣导了。你们这一千万的宣导经费是如何运用？简单说明。千万元之十分之一。来。94案成为欧珀等所提。第30案。公路系统新建及改善计划分支计划编列淡江大桥及其联络道。你们的预算书上面根本没有说明该笔经费运用的情形呢？怎么运用一千万？是提出说是要做风筝、纸飞机还是什么？那个跟怎么宣导？这部分就是我们每年那个开征的时候，有全国的37个监理所站，他去做一个开征宣导。那像怎么宣导了？去年跟去年我们有做那个办理那个。你们一千万37个这个监理处所，那你们怎么宣导？抽奖有办抽奖，今年我们有办抽啊，对，多的今年我们办抽奖活动。后续改善计划，因为机车气燃会我们改102年又改定期，每年定期开征嘛。那所以说之前那个征收率都很低，大概5-6%而已。那去年全年养护计划编列66亿，去年全年已经达到85%了。那今年我们到宣导之后增加多少？增去年跟前年差了40亿，那今年10月份跟去年同期又增加了7亿多，这个跟你的那个什么开春宣导完全无关。这个应该是宣导有那个完全无关啊。跟委员报告一下，这一部分是有关气燃会征收的一个宣导的一个经费啊。那我就问请教你们是怎么宣导嘛？他现在又说那宣导的话，当然是我们有办一些办活动，办有办活动也好，或者是有一些刚才是抽奖啊，还有一些文宣啊，这是一定每年都会有的。那特别是提到的就是就是希望大家赶快来缴。那这边特别提到。就是说，机车抽奖的这个它提升的这个征收率啊，大概有4.83%，而且征收的金额也是44.9亿啊，所以其实以一千万可以收到这个49亿啊，45亿，所以其实它的效益是非常大。其他委员有没有意见？我觉得可以，肖委员可以删一半。肖委员，谢谢赵委，我是要反驳，因为刚刚市长提到的这个不能够改成随由征收的这些理由里面。我觉得都很难成立啊！第一个，刚提到说可能会有什么地下油行的问题哦，这是政府管理的问题啊！你不能说因为害怕会有这个地下油行，这个是一个政府管理有没有效能的问题。那第二个说，有电动车啦，有这个其他的相关的新形态的能源的运用的这些新的交通工具的出现会影响到征收。那电动车的本意本来就是要节省耗油嘛，他没有用油，可是你又要他去支付这个燃料费，这个其实是非常不公平的。会去买电动车，他本来就是想要去调整他这个排气他的排气量，他本来就是要走绿能，本来就是要走环保了，他已经支付更高的这个代价跟成本了。那怎么会说因为我们怕从他身上征不到这个燃料费，因为他不使用油，所以我们征不到这个燃料税，所以我们就不能够随油征收，这是什么道理啊？来，请司长说一下。我们这一个气燃费，它的名称好像看起来是燃料税费，实际上我们是一个道路使用费。不管你是用什么样的能源车辆，你只要有使用道路，因为我们这个费收是要做道路的修建、养护跟安全管理的用途了。刚刚肖委员说，如果是这样，如果是这样就改名算了。对了，我跟你讲啊，赵伟。来，林委员，你又提到那个废除燃料税，谁又征收了？你那个正反意见都要讲了，那没有好处吗？我们要求公路总局赶快去做文字的修正，我们要责成你们就把它改名称，不要再就叫道路使用费。去改来，当做是。还有啦，你税额征收多寡跟这个宣导没有关系吗？我觉得这个一千万一点用处都没有了，那胡说八道。你征收燃料税跟你有没有宣导上的用途有关系啊？那消费者无奈啊，你真的不改，他只有乖乖的交啊。你问在场的，随便做个民调，谁知道燃料费用到什么地方？一千万宣传什么？112案。我觉得这个钱根本是浪费了。正在办理，这应该全数予以删除了。花莲段的路段要求公路总局应积极评估，在道路交通工程进行同时。好，张云鹏委员说明一下，有关于宣传费，因为刚才局长讲的是说办活动嘛，哈。那我应该没有记错了，我们汽车加机车的牌照数总共2000多万，
对不对？两千多万张嘛，哈，张牌照嘛。那如果加重复，大概算两千万个人好了，在缴费。你一千万去服务两千万个人，你说可以达到达到多少宣传效益？我是认为是没有啦。没办嘛，没安怎啦。所以如果你一年不办，你看看你，因为你本来就有寄那个开征的那个通知单嘛，那你一年不办看会怎么样？赵伟，你明年没办，如果征收税额掉下来，再给你办这种活动，你们基层行政人员也累，然后我认为他也达不到宣传效果。我帮 你们说请一下好了，征收计划，因为他说他办这个有一点诱导的作用，就是大家会去缴啦，但是他办有抽奖那几天呢，大家想反正缴就是要缴嘛，缴都要缴了，就顺便去抽奖一下，看被500万给他抽奖啊。我们因为这个刚开始办呐，哈，也没有那个在年初办的时候，我们就是不是就照张正宇委员的，不然就今年给他申请，明年就先说好，明年我们就不给了。执行的方式我建议一下了，你不如学国税局算了。用网络缴费，然后他人人可以抽奖。你如果用到场的哦，我跟你讲，真的有限啊，给开给 T V。好，500万够了啦。这个我来做整理一下啦哈，等一下看局长可不可以。我们现在并案的是30案，等一下，我们处理的现在是30案。那其实哦，29、31、32都是属于业务宣导，监理业务的业务宣导。那30、29、31、32，我们统商500，统商500，然后你们自行去调整。总局结束协调，宜兰县政府真的不要办那种要什么搭舞台那种活动了，那真的是牺牲眼泪了。30、29、31、32，那让我们再，我们是也好，那我们在那个自行来调整了，好不好？自行调整。要求交通部督促公路总局订定。好，那有关冻结案要冻多少？冻结案的部分，我们就冻1/5，然后书面报告后使得动支。撤进书面报告。好，我们照办。好，我们现在要处理34案，是酒驾违规专班的讲师终点费。第34案哈，来，我们先处理，我们要逐案处理。34到40，我们要逐案处理哈。纵向快速南北道。那个酒驾上这个课有没有用啊？局长，有用，而且目前那个行政院还要要求我们把这个累患了，这个时间延长嘛，对不对？是。还有你这个好像那个酒驾现在也没什么效果啊。我想上课和抓去关哦，他们比较怕。你说那个罚钱哦，有没有？他们比较不会怕。我们是不是啊？不是法务，我知道，我的意思是行政法了。这处罚在交通的部门是行政法，那行政法最有效的。时间，我的意思说，你既然用这个东西，你就多累犯有没有？时间把它拉长。你们增加讲习的时数，现在的处理方式是如何？一般的这种你们增加老师的终点费嘛？那对酒驾的这些，我们也124案，我原政保金等所提。对，建请国我们有相关那个这个酒醉防治的啦，或者是相关的那种去参访的也有啊，所以说我们在这个相关的这个讲习的这个活动里的课程里头也做了大幅度的一个检讨了，所以我们希望委员长局长那个市长你们讲的更具体一点，我们现在处理的你们是处理这些我说明老师的重点问你们是提升，但是我们现在更要具体的是说你们对于这些上课的时数是怎么处理的？是现在大概这样哈，就是刚才所提到的过去酒驾送到财华的部分了，因为那个我们现在建议很满哈，所以都没办法处理嘛哈，所以在治安汇报里面有谈到，就是说过去出案是上课4小时，它现在变6小时，那原来是6小时变成12小时，所以它会跨天，也就是说在那个酒驾的这个讲师的部分呢，把过去讲解的部分都把它提高了，所以这个经费本来我是觉得都有点不够哈，就是说我们希望，事实上在上课的过程中，在过去很多人哈，这个因为这个会让他非常不方便，比如说他原来的这个工作哈，他去上，所以他不方便。好，那个赵委员这样了哈，因为我们如果真的要你照你刚刚说的，他怕讲习跟关的话，那讲习
息就要增加费用、啊。对啊，这个就不要删了哈。那个就不能删，我建议哈，要修法一下，以后来这边上课还自己要掏腰包，讲席费要他叫他们出。等一下，等一下，来上课的人来出，是这一部分，对不对？有没有道理？提那个处罚条例的修正案，以后就要这样子啊，叫他们自己要出啊，要缴多少钱啊，上课啊。稍微，我建议哈，我建议在那个显见上课成效不彰的后面哈，要加一些字啊哈。交通部应严议修改这个处罚条例，是否加重罚则哈？行动餐车需求大幅松绑，定出车辆规格安全标准。我很多人反映要加重，因为现在已经很重了，可是还是那么多酒驾，那就是你们要去严议怎么样改善呐、啊、哈？改善贺主。酒驾，林委员，等一下，我刚听那个次长讲哦，严议，好像说我们这个上课主要就是让这个酒驾的患者哈、哦，造成他的不方便呐、啊，哈、哦，让他浪费他的时间呐、啊。至于上课什么内容不重要啊，不然你上课上什么？公民道德、啊。现在不是啊。很重要，还是你上了课他就泪流满面忏悔呈现上课、哦、我告诉你啦，就一直放那个酒驾的车祸给他看呐、啊。这一部分我们也会有参观，所以你这个老师其实随便找一个就可以了，你要造成他的不方便，基金会也会去参访。再犯，现在再犯的占比好，有很多很多啦，给他看了。好了，预算我支持了哈。第34案，我们不予处理。那另外有关于我们交通委员会所有的委员对于酒驾违规造成人民生命的重大冲击啊，我们会在这个会期来排有关于酒驾相关的专题报告，会要求部长、局长还有法务部警政署来召开相关的酒驾的一个专题报告。在这边也要提醒局长，在当年新北市女消防队员被酒驾人士冲撞之后截肢，那个时候我们交通委员会是把它提升到1年以上7年以下的有期徒刑，然后到高雄发生叶少爷事件的时候，我再提案把它变成3年以上10年以下，现在是目前的一个法令。但是酒驾的事件仍然层出不穷，除了重罚，除了上课，还有相关的执勤取缔的方式，以及教育宣导社会的风气啊，其实我们希望在本会期的专题报告，请局长要提出更明确的一个说明。好，我们现在要处理第35案，35案是有关于监理业务费的一般事务费哈，里面有一个简政便民为民服务及机关防护灾害演练等啊，编了327万，你们怎么编的？来简单说明一下。因为你们办的这个服务满意调查报告啊，你们提供的各项便民措施认为整体服务品质有改善了不到一半，各类便民服务中啊，监理服务 APP 的认知度啊不到30%，那汽机车燃料使用费已改为每年7月合并开征的认知度也不满50%。来，你们简单说明一下好不好？是，我看30万。是，我跟委员会报告一下，这主要的简政便民呢，我们大概是会一些偏乡啊、这个下乡服务啦，这个下乡服务，我想这个在很多这个委员的选区里头，大概也都有下乡服务的这样的一个服务啊。那另外这个简政便民的部分啊，那另外还有一些是高龄驾驶哦，自我评估，然后驾照缴回的这样的一个服务等等啊。所以说这部分我们认为是相关的这样的一个业务会在做这样的一个处理是有它的必要，而且还有一些路老师哦、道路的交通的一个安全的一个宣导等等的啊。所以我想这一部分是不是请委员来支持？好。那就改动节1/5哈，提出哈、啊、来郑委员，哎、欸、局长，你那个监理服务这个 APP 你自己有没有开啊？我已经有反映过哈，就是说里面的监理服务里面，你让因为有些人其实有很多台车啦，汽机车，所以他常会看，但是他不需要去看到别的县市的消息，
所以你这个软体里面的最新消息那一栏哦，你们没有去分县市，没分监理站。陈组长在不在？你的最新消息看下去，手机有转台湾动物啦。你们做一下简单的分类好不好？对啊，我手上这个嘛。那陈组长，监理组的陈组长，你打开最新消息。好，你看哦，我们依委员的意见。等一下，等一下，郑委员在询问。好，你去看哦，就是你最新消息打开花莲、彰化、旗山、台南、桃园，这个很难分类啊，因为你去看。你去找自己的消息的时候，你根本 一翻下去几十个新闻，你根本不会去看找到自己要的。所以我建议你们分区好不好？你们不是照县市别嘛？有些县市是没有监理站的嘛，所以你们就照监理站去分类，然后让他一个一个那个树状图点下去比较方便，好不好？好，可以可以，好。好，你们再把那个里面的分类在。你们是监理业务嘛？你们可以用你们的监理站，比如说麻豆监理站、什么新营监理站，用这样来区分呢、啊。有时候是考量，有些可能户籍在那边，车籍在那边，但是没有关系啊，车主一定知道自己是哪一个监理站的业务。可以可以，好，我们这边我们来研究。把你的最新消息拉下去，好像全国新闻一样，没有意义了。第300,000，冻结1/5，然后提书面报告。我们现在要处理第360,000。是有关的油价补贴，来叶委员。来，这个油价补贴呢，去年你们就说要取消了，那为什么今年又编回来哈？我觉得这个油价补贴不合理，我们是不是应该要全数删除？请说明一下，是你们去年就说这个要取消的哦，是你们说的哈？局长，你知道吗？你知道这个事吗？跟委员报告一下，那个。就是油价涨的时候，那有一个这个，就是说配合这个动涨，然后给予油价补贴那个部分的话，那去年是部里面是有研议是要这个是不是取消，那但是迁到行政院去之后，院里面是认为说可以暂时先做一个维持。那这个部分的话，那依照院里面目前是专款专用，那就是说如果说油价有回到这个比如说柴油28，汽油31以上的话，那如果说要这个动涨，因为客运业就是说反映到票价的话。如果说要动涨的话，那相对的这个给予这个油价补贴，那可能像今年就没有用到了，所以你会备而不用的意思吗？是是是，而且这个经费是专款专用，我们也没办法挪用，是。所以那个标准你要送给交通委员会一份，好不好？好，是是是。因为你们本来是答应说要取消的嘛，那现在又有编，所以我们就觉得说是不是又怎样？好，可以啦，可以让你放在那里啦哈，但是那个标准要一致哈。好，就是因为这个。牵一发动全身，如果油价涨，真的会带动各种物价上涨。不过不能说你们想要补助的时候就补助，所以我们交通委员会要知道那一套的标准哈。好，这个可以不予处理，但是请他们送那个标准过来。360,000不予处理。我们现在进行第37案，是有关于道路驾驶的。不予处理要才是。好，第36案刚才不予处理，但是要请。提供相关的书面报告到交通委员会。现在进行处理第37案。好，37案哈，我在这里说明一下，就是公路总局是预定明年5月就要全面实施实际的道路驾驶路考嘛哈，那距离现在也差剩半年的时间，所以我觉得这时间也蛮匆促的哈，因为我们也看不到我们公路总局这边针对实际路考的。配套措施，好，因为我们现在是试办，已经试办半年了，是不是？好，那也衍生了很多的问题嘛，哈，所以我不晓得说你们针对就是说你们试办的这一段时间所发现的问题，你们有没有实际的一个配套的措施了？有没有召开相关的就是研讨会了？因为你们跟驾训班之间啊，或者是教练之间，应该都要有互动，听他们的一些实际实务上的困难，好，然后来拟定相关的办法。好，我们都还没看到你们有相关的办法啊，所以我们也觉得蛮仓促的啦。那个局长，我不知道你知不知道哈，陈委员讲的其实我已经有做了，就是应这个驾训班的要求，他们联合要求你们去跟你们协商讨论，其实我知道进行很多遍，
可是呢，发现什么现象呢？请次长跟局长了解一下，就是去了答应人家怎么做的，到最后也没有照这样做哈。然后人家的困难呢，你们说拿回去研议，到现在也没有一个结论下来哈。那所以呢，这个要下去进行呢，其实会有很多问题。比如说你要求人家协助你处理的，但是呢，你们的人员。要求那个人员你也没有 给人家公权力，那出事的时候要算在谁身上哈等等，这其实问题真的还非常的多了哈。那我也不知道要怎么处理，因为这你们要这样做，你们就应该有完整，真的已经完整的一个规划哈才可以。我现在真的比较担心的是，你们明年真的下去这样考的时候，要知道这些要考路考的，通通都是新手，然后到路上，我现在最担心、最在意的是出状况以后的责任归属。我再补充一下哈，那个主席，就是说，因为我上一次咨询的时候有提到一个案例啊，那事后我们那个监理站应该是站长嘛哈，有在跟我补充，那个车祸事故的赔偿最后也不是我们站里面的公务支出，是好像是我们站里面的人自掏腰包，在那个教练车哈赔偿教练车的部分呢、啊，所以这个保险的部分你们都还没有一套完整的办法哈。那另外就是说，我的提案里面本来是要求六个月内了哈，我现在是修正为三个月好不好？因为你们明年五月就要实施了，那距离实施的日期就只有六个月的时间。三个月有没有问题，局长？好，那我希望你们要赶快有一套。好，一定要三个月了，不是。好，然后要有完整的一个。改为三个月。修正通过，我们现在处理第38条，来曾委员。这个书面报告呢，里面责任归属我要非常的清楚哈，各种状况的责任归属哈。哎，次长，哎，然后局长哈，哎，那赵伟要现在38了吗？是。这个提案主要是还是我就我的几次咨询的内容，希望说你们真的要去彻底思考。那个手机配对平台 APP 这样的，到底怎么样的环境才是最适合台湾的发展哦？那让它可以多元，那但是应该要整合，不然的话你我不知道次长跟局长，你们今天有没有看到今天报纸？今天 Google 不是 Uber， 你们有没有看到？他买了蛮多版的报纸，那他主要是说，对，就是他要阻止政府这个公路法修正案的2500万罚金嘛？那这表示什么？第一个是说你罚2500万，他真的会怕；第二个，他也表示了他不愿意纳入多元化计程车方案里面，对不对？那如果他纳入多元化计程车方案，他就不会被罚2500万嘛？哦，所以这个连公路法我们都还没有在委员会里面讨论哦，他就已经买广告在对抗政府了。那我们也不希望他收掉啊，而是希望说我们多元化计程车方案要有效。他这个广告就是告诉你我不参加。那你们现在的方法是什么？我不参加嘛，因为他怕你罚嘛，他参加就不会被罚嘛。那所以这个主要是要让你们知道说，如果你的台湾的这种 APP 哦，轿车的 APP， 你没有办法达到跟他可以对抗的这个游戏规则，你还是照着车队、照着县市、好照直辖市去做。我刚刚讲了，外地的国内旅游的旅客也不会到台中去下载一个台中的 APP 啊，那外国旅客更不会来台湾之后。去找台北、桃园、台中、台南、中华民国都不会嘛，所以你这套机制是没有用的，他也不理你，他只要你不罚他的钱，然后再来我认为真的执行下去之后，到最后还是无效了。你分了车一堆车队，然后分了一些县市，然后到最后你看 Uber 还是违法，然后我们的平台又不被使用，好不好？这个你们真的要好好下去研议啊！这个案子其实冻结十分之一，对你们来说没有什么差别，我也没有要删你们预算。我讲一下，但是我是提醒你们，这个方法，你们目前的方案是无效的。好，请叶委员。次长哈，这个我要跟次长讲，我早上也看到那个广告了哈，我觉得那个广告是公然挑战公权力，根本没有把整个交通部放在眼里，摆明了还砍报纸讲2500万我不爱交。看你怎么办，这个真的很恶质啊！哈，所以我觉得
但是我们自己也要长进，就像刚刚郑云鹏委员讲的一样哈，你没有办法把这个 APP 做好的话，他就是继续这样笑你，嘲笑政府，哈，这个是 我希望交通部门哈 要拿出办法来，要不然你们还有什么颜面哈？所以呢，我觉得冻结十分之一太少了。冻结四分之一，甚至冻结二分之一，因为你们这个 APP 要有用，要有用啊哈，至少要冻结四分之一。来，那个局长，那今天这个广告啊，也请你看一下，也请你做一个回应啊。是不是？哎，我来说明一下哈。我想那个第一个哈，那个郑委员所提的全国性。我想在我们的路政司也可以研究一下，但是现在哈，现在有个状况就是说，如果是分区，比如说现在我们知道高雄现在是非常配合，马上会有车队出来，是比较快的。那我们很想说有一个多元建设方案，这种比较高品质的车队，赶快亮点赶快出来，的确有这样。但是最终哈，我就觉得郑委员提到是全国性的，我想请我们路政司这边也应该后续也，我是觉得这也是有它的道理，就是说比较全国性，它到这边来以后，你要为了跟像 Uber 这种来拼哈，就说会比较容易使用跟它的功效比较大哈。那第二个 Uber 事实上我们过去在谈哦，多元建设方案第一个，它过去所谈的它不要漆黄色这部分在多元建设已经松绑，第二个。在进这服务业，就是所谓轿车平台部，它也可以扮演这个角色啊。它比如说，它扮演像大车队这种角色。那另外像，小机的租赁业这一部分，对，市长这些我们都懂了。那我们的人家今天花那么多钱登广告，我是建议，我是做一个正式的回应啊。谢，我们现在就是说，我知道立法院这边也有提案哈，非常这个支持哈。啊，我们希望说真的这个2500万这一个提案赶快审，真的。因为他一定是怕才会开始谈这件事啊，而且我觉得重华哈，常常有时候你各种什么道德的什么谈判都没有用，重华真的是最重要一个部分啊。我是觉得，以现在我们觉得在我们的公路法跟我们多元建设方案是可以，他是可以扮演去转型这个角色，但他现在都公然挑战，我们是建议这个赶快，然后我们那个。同步在这个财务标准部分也现在也在进行中，就赶快来动这个部分这样。好，这个部分我们就来。赵伟，郑总，2500万，你老不爱交，你老不爱交，你能怎么样？我们还没有，我们要先给人家修法，给人家。我知道了。我们交通委员会还没有。我知道了，如果修法通过了，我们通过了，他不理你，你怎么办呢、啊？不。你怎么办呢？这就是法令问题啊。其实哦，不用2500万，他现在就是违法经营的啦，就是一个现行犯呐。对，你又能怎么样？他现在可以经，他现在可以经营吗？照理讲，现在不行啊。不行。就是在违法状态下经营，而且你现行犯。过去哈、要挑战你啊，就是、挑战你公权力啊。2500万只是罚的比较重而已啦，你其他的 APP 跟他没有办法竞争啦，因为竞争的那个限制立场不同啊，你别的怎么跟他拼？市长，我们招委给你机会。要你回应这个，我每一个委员讲的都比你更硬，你不要这样软趴趴，人家就是觉得你没有用。你先想好办法，你先想好了。那保交保那不会交了，这个你要再说明一下了。这边媒体朋友在后面听，他希望说交通部对这个有个态度，因为现在还没有公路法还没有修正。对，所以你现在是要求有纳保、纳管跟那个纳税嘛？这三纳你还是要趁这个机会说明一下。对啊，不然他们是第一个，我刚刚讲他的目的是什么？第一个是要求你不能重罚，第二个我也不甩你的多元化计程车方案嘛。他如果想要遵守他多元化计程车方案，他今天不用这个广告，因为他不会被罚到。这个部分你要说明一下。所以公路法原来最高是150000嘛，所以他的这个方式就是反正慢慢跟你算，因为他。从这个驾驶所收到的钱，它是结可以是可以支付的嘛？但是我们从2500万这个重罚来讲，我想说，一个罚则它不缴，那是我们国家整个这个处理的问题啊。比如说强制执行这件事一定要去做嘛，哈。但是我觉得，对于 Uber 这一种过去啦，包括最近的 Uber Eats 这个部分呢，我们是觉得在交通部的立场，我们非常的强硬一下来做，过去也是往这方面在走啊，只是说。你的第一个是罚则哈，第二个是在过去在抓这个 Uber 是有它困难的地方，就是说它需要登记会员，登录你的信用卡，
在这种状况下，我们很多的去稽查的人一下子就被锁定了，所以他抓了一次以后，这个就不行了。所以我们这次也有这个所谓的可以对有一些检举奖金这个制度哈。当然就是说，整个的过去我们看到那个问题，就是说罚则不够高，抓他不容易。但是当你有这样的一个这个检举奖金，没有，现在还没开始，现在还没开始，还没修，这都罚了，累积6000多万，已经罚了吗？啊，都缴了，交，原则上罚了8000多万，他都缴了，他都缴了，是，他都会缴。刚才提到如果不缴的话，依照我们那个行政强制执行，就会移送法院强制执行。但是因为他是到罚单快到期了，他就去缴，他就去缴。他再给你打行政诉讼嘛，对不对？是。那现在你们要求 Google 跟苹果下架，他们两家公司回文了没？还没有，我已经出去了，他还没回文。他打行政诉讼，我们会不会输？你们有没有专业的？行政诉讼我们都几乎都赢，都赢嘛哈。好了，那次长，现在既然他连 Google 一直都出来，已经两个业务了，那你们也，我上次也提醒过你们，你们可以要求那个本国银行不能够接受他们的刷卡，这个你们要求了没有？那不然你要等 Google 跟苹果，这个你们应该跟财政部，你让他们有收入嘛？要求，主要我也不是要 Uber 收掉，而是要他被纳管。对不对？要不然被纳管，就要逼他上谈判桌嘛。他今天跟你看报纸，就是我不理你啊。对啊，他讲了一堆有的没的，对不对？他纳管了，其实如果你们认为你们多元化竞争方案已经考虑到他们的生存了，那应该他应该可以接受。结果不是，对不对？那你就要采取更严厉的手段嘛。因为根本也不需要到修法，你让他们有收入就好了，这样比较简单呢。拜托请金管会去发文本国银行，你用 你行政法院的判决定验的案件去要求说他是违法经营，所以不准够 收他的 不能够让他去收消费者的刷卡，这样不是很简单吗？另外等一下啊，另外我次长你再听一下，另外上次我们在交通委员会部长已经很清楚的说，包括经济部也有派人来说，每一家如果他是经营的业者自己外送，这个 Uber Eats 的部分是可以的。那他现在呢是大辣辣的，这个公然不但挑战，而且是挑衅公权力。为什么？他外送，他不用那个外送东西的袋子哦，他用 Uber Eats 他自己的袋子都出来了，他根本就你所说的交通部说的什么东西，政府部门经济部财政部说的什么，他通通都不当一回事。所以呢，这个真的我们哈要好好处理，我们真的应该，如果这个没有办法纳入规范了哈，他现在都已经有实际的这种违法的行为不纳入规范，我们整个公权力是崩盘，我们还有什么让人民可以信赖说你有办法处理这种违法人士？是跟国人会报告，我先请教一下了哈，这个做事情就要达到目标了哈，一家的白菜里嘛哈，阿关公主就要撤销了哈，都 APP 上架把它取消掉，啊，现在到现在还没有进度嘛？是，这啊，第二样来还没有等，啊，什么时候会回复呢？这个不操之在我啊。对，因为来，我们只能来，这往啊第二样，来，我们是请这两个 Google 跟 Apple 能够。我们居民他违反我们法规，那按照他们自己这两个网站他的一个政策声明，违反法规，违反法律规范，他是符合下架的要件之一啦。那当然这个认定就是要有那两家业者他们自己是不是能够接受我们交通部所提出来的这个建议，就是他事实上已经违法在经营，那希望能够下架。第二个哦，我们应该要求交通部撤销他的登记执照，他公司执照是做通信业，而不是做轿车业跟送餐，所以我们要求去撤销他的执照。第三个，为什么他会有生存的空间？他跟司机抽25%到35%，司机很愿意给他，为什么？就表示我们整个管理出了问题嘛。就是说他认为司机给他25%到30%，他比当计程车还好赚。所以伊就不爱接受你的管理嘛。今仔想办法，让咱计程车司机唔免开25%到35%，用等佫较侪钱的时阵，伊即就改变啦。所以他讲全国一致的 APP 足要紧，就是安尼嘛。就是讲全国一致 APP 很要紧。来，我再请教一下，你们那个送餐现在到底开几张单子？五百一次。送餐
对嘛，你嘛是无进步嘛。十八张的。顶礼拜来只报告拢在张，啊，得经过一礼拜外加七张。跟我报告一下，刚才这个赵伟也提到，就是说一开始的时候，因为他是大辣辣的拿着 Uber Eat 的这个代是，所以呢我们在稽查的时候是比较容易的。但是现在呢，因为在几个我们会去的地方的那个稽查点呢，他大概都是另外用一个袋子装起来，所以就是拿出来的时候比较这个稽查上有一点困难。但是原则上呢，我们还是因为是在大台北地区啦，所以我们也把新北就是台北所的人力也一并调到台北市来做督来做稽查。次长、局长，上个礼拜三哪有现在照用上个礼拜三的照片？还是照用 Uber Eats 的袋子？他把他的袋子装在另外一个袋子里头。他已经开始装。十一到十八就无增加嘛，他过啊对不？一用两天就才抓到十一个，不容易，不容易抓了。因为他把他的那个我们没办法收是收费了，他已经没有那个外观了。那他的袋子装在另外一个袋子里面。我觉得关键可能在于这个怎么样来检举这件事情啊。过去他们事实上这个刚刚包括这个钱也都说到了，但是第一个是不高，最高到15万嘛。第二个是过去很难抓，很难抓是他不是现场，比如说你如果扮演钓鱼的角色，你现场付现金把人抓，他不是，因为他是后面透过信用卡去做的。那政委所提到了，能不能从信用卡这一部分，我记得这个行金管会已经在发文在处理这件事情，但是他查税就是这样查的，所以应该金管会会等你们交通部，你们有没有邀由我去做这件事情？有，因为你是主管机关嘛。是。他既然是违法经营计程车业，他这个收费，他当然是不合法嘛，那也不是逃税的问题。对，我是觉得他的这种公然挑战哈，在如果我们公路法修正，包括检举人这个制度了哈，我是觉得就被很广，很多人可以来做这个事哈。那我是觉得以这样的方式就是让他，因为他说的你现在到现在大概8000万是吧，小白对他的收入是很小的事，所以我是觉得根本在于这个执法这一块。市长，我们交通部对于所有的乘车消费者以及对于所有的计程车业者也包括 Uber 的业者，必须要有更明确的政策态度出来啊。那在目前这个部分，我们对于交通部、对于公路总局啊，是持保留的态度，尤其是 Uber， 我们希望 Uber 在我们台湾相关的法令是要合法的经营，那在缴税、消保责任以及相关保险的部分，都要必须尽到保护消费者的责任，而且他们要提出要适合合法的这样的一个经营的方式。那在目前的方式看来，他们是一路的置之不理，那政府的威信何在呢？消费者的保障何在呢？那这都是交通部的责任，交通部的责任。今天部次长来到这边都说这个立法院要修法，要修法，要修法，你们是我们的养子吗？都要靠我们吗？拜托，你们要提出更明确的政策，他就不怕滑嘛，你们也很难抓嘛，这都是重点嘛。那你们要提出更明确的政策啊，不是说修2500万就什么都解决了。来，这个哈，2500万不是一道符令说贴在 Uber 身上他就不动了。你刚才都提到，刚才委员提到很难抓，他不怕滑。对，你们必须要提出说，让他是要合法符合我们相关法令保障消费者的这样的一个政策出来啊。来，那个，次长，各位委员讲的哈，其实就是说 ，Uber 之所以这么看不起交通部会、行政部门，包括交通部会最大，再来这个经济部甚至财政部呢，之所以看不起，就是因为我们的行政效率让人家看不起。就像我们委员讲的，我们今天如果真的修法了，好，我们下礼拜修法给你2500万呢，他会来缴吗？他会照这样吗？他真的现在缴8000万，是因为对他来讲，这8000万是 piece of cake， 所以他金马好利了。可是呢，如果你现在没有让他觉得说公权力真的可以动到他，我们就算到时候修法给你了，他还是挑战你了。
好，所以我们就算在还没有修法之前，你们就必须还没有修法，他现在就是违法，就照现在的法律要严格的去执行啊。哎，稍微有说明一下哦，那个次长跟局长哦，这是我们当初的多元化计程车方案，他希望达到两个目的。第一个是希望说 Uber 在这个方案下被纳管，第二个是希望台湾的业者可以跟他竞争，这应该大方向还没有错嘛。那你今天 Google 的广告它显示了什么？它显示第一个它不想被罚，第二个它不想要纳入多元化计程车方案，第三个它想要继续做下去。所以第一个要 Google 纳管已经破功了，那就第二个。我现在担心的就是说，你的多元化计程车方案，即使各县市政府，即使我们的车队、车行、计程车司机都愿意纳入，我担心的就是它打不过 Uber 嘛，对不对？你照这个方案，你看外国人一进来，他一定看到一堆我上次举给你们看六十几个台湾的 APP， 然后各打各的台湾土狗队，他宁愿去找一个有品牌的叫 Uber， 这个就是你们多元化计程车方案的结果，继续是这个生态，没有人可以跟他对抗。台湾有些业者有这个能力，但他在你们现行的法规之下没有办法去突破，他只能做公益性的。我不太相信公益性的可以持久，而且可以打败 Uber 啊。哦，那我也不希望他 Uber 说啊，因为你就是顶扣扣，他继续跟你违法继续做下去，这样没有办法去处理。而说台湾要有自己的品牌出来，好，然后这个才是你们的目的啊。好，现在请林进宪委员。稍微建议一下，因为大家对这个议题非常有兴趣哈、哦。我想我们另外找时间呢，我们先还是继续预算的审查了。好，好了，这个部分的话，看赵伟如果有必要，我们再排时间。我们尽快来审那个法啦，在那个法的时候巡打一下。不然会变成巡打了啊。好，这个部分我们就照案通过。冻结四分之一，冻结四分之一，三十八。提书面报告。第三十八案，第三十八案。四分之一哈，十分之一，十分之一，十分之一，就按照郑委员的提案冻结十分之一，是不是后面提书面报告？提书面报告后使得动之，那个跟委员报增加吗？不增加到四分。建议那个后面最后倒数第二行那个多元化计程车是不是改成就直接比较明确，就是那个 APP 叫车的那个平台。因为我们多元化计程车事实上是现在已经有实际，像刚刚市政府已经开始在评审，可以接受。好，那个全国 APP 啊，直接照竞争的。好，以后叫全国版计程车 APP 好不好？对，好，修正通过，书面报告。我们现在处理第三十九案，是有关于救灾车辆的审认，是一个冻结案，请说明。交委员提案。好，谢谢招委哈。这个案其实已经讲了好几年哦，但是一直没有看到交通部跟这个是跨部会哈，另外还有消防署哦共同来面对这个问题。也就是很多民间的救灾车辆，往往在灾难发生的时候哦，我们都需要来做征召。那有些也是政府所立案的一些救灾团体哦，包括义消义警哦，还有各种的民间的搜救大队。但是这些车辆在征召很往往都是在非常紧急跟急迫的状态之下。举个例哦，像我们这个海边戏水哦，这个不小心有人被海浪卷走了，可能马上就要出动这个水上摩托车。但是水上摩托车要怎么抵达到海岸可以下水的地方，一定是用其他的车辆把它用拖的、用载的把它送到这个地方去。那它在拖跟载运的这个相关的器材配备，本来就是需要建制在这个防灾的车辆上面，不是说临时我现在需要你，我征召你了，赶快再去车行改一改，等我到这个海边的时候，人早就已经找不到了，已经失踪了。好，我们在山难发生的时候也是一样，它的轮胎可能需要更高一点，因为它要过河。尤其是我们花莲地区很多的这个山难都是用民间的救灾车辆，都是用民间的吉普车。那只要是不影响到这个用路的基本的安全，他们对于怎么改装有什么样的规格，我们应该设出一些基本的标准，让民间可以，不然他
他不可能说我们需要他的时候，哦，再跑去改。他平常也要上路啊，平常也要用车啊，哦，可是他的车改了之后也不影响到交通安全。所以我们这件事情，事实上我也讲了几年了哈，但是我们一直没有更积极的作为，让这些民间啊实际要救灾的这些他所需要的配备跟车子上所需要的这些装置，没有办法有效的运用到可以及时的救命的状态，这个是人命关天的事情。我还是希望我今天会特别提出要动起来，是希望说我们相关单位，我也知道这跨部会，这是涉及到我们路政单位，也涉及到消防署哈，那是不是能够共同来研拟一套这个标准哦，一套办法，让我们防灾所需的配备能够及时上路。好，谢谢。好，现在请陈欧珀委员发言。哦，补充萧美琴委员，哦，我只提供两年哈，哦，这个提到这个事情。那除了这个紧急灾害的一个救灾的需求的一个装置之外，其实他们最大的困扰还是在车辆的检测的时候啊，哦，每年那个在车辆在车检的时候呢，这个造成他们很大困难。那个有些设备一拔下来的话就不能再用了。哦，这个大家都知道哈，那所以其实上我是建议啊，就是说如果说有列车的一个救灾防灾的车辆的话哈，我们应该管理，然后放宽他们这个在车检的时候或者平常在使用上呢他们的方便啊，哦，那不要动不动又变成他们救灾的人变成处分的对象，我觉得这完全不符合道理啦。那我是具体建议哈，这个。别再拖了好几年了，这讲不过去了，是不是给交通部一个期限了，啊？你们提出一个方案来做处理，好不好？你们自己来承诺一下。我跟委员报告一下，其实委员刚才提到这些问题哦，萧委员已经提到说这是多年的问题哦，所以其实，在我们现行的道路交通安全规则的应该是23条的附件15里头啊，对于刚才讲防救灾，大家经常会讲会绞盘 make cue 哈，后面拖架要去拖的等等的，哦，这些设备其实都已经放宽为可以登记，然后不用平常再把它拿下来。那原则上这些规范呢，大概我们也都会有跟消防署哦，都有消防署它也有一个类似像这种防救灾车辆的一些配备，那有哪些配备？只要是那些配备的话，我们大概就会在监理机关给它登记，是属于可以使用的，也就是刚才陈委员提到的，不用再拿下来的这一部分了。所以这一部分如果是不是还有一些不足的部分，我们可以再跟消防署再来检讨一下。有了，有不足了。那我的提案里也写得很清楚，目前你们有放宽绞盘机跟这个保险杆哈，还有闪烁警示灯啊，但是还有一些其他车辆需要的这个设备，我们再来跟消防署，例如说他要过河，他的那个排气管他可能要改稍微高一点哦，那么或者是他一些车顶要装置的这个架子哦等等的，这些是不是可以再进一步的来沿袭实际的需求，那也召集民间的这些救灾单位，他们实际在车辆需求上比较常用到的部分哦，一起纳入哦我们这个造册跟管理。我建议啊，是只要是列为这个救灾时候的必备的一些工具，那个用具的话，应该都是统一来设。这个我们原则上是，但是不影响那个尊重那个消防署了，他有一个认定的标准，他会把它放在那个标准里面。对，所以我们来跟他讨论一下。所以是不是这里是不是委员可以的话，我们就按照委员的提案通过，然后好39案，好不好？把那个说明改报告。照案通过。那也请公路总局对提案委员要进行相关事宜的说明哈。说明把改为报告吧，书面报告。嘿，就是提书面报告。好，现在我们处理第40案，待检验标准不一啊的相关的一个冻结案，第40案，有没有要说明的？还是请公路总局说明。这样子哈，我们很多的汽车配件，例如说。车灯哦，那除非是照原厂回到原厂去换原厂的车灯，有时候换了一个其他的这个效能是一样的车灯，只是它的可能颜色有一点落差哦，有的监理站就让它过，有的就不让它过哦，那这个标准就有相当的落差哦。那我们如果说这个
没有办法去把这个标准来一致化的时候，一方面也影响到一些汽车配件是否能够合法的使用的问题，那你干脆就非原厂的就全部都禁卖就好了。可是我们既然在市场上也存在各种非原厂的这个配件的存在，那在更换这些车灯或者是用其他厂牌的时候，我们要用什么样的一个标准，它的亮度是如何，如果说它的亮度一致就可以了，好，或者是它的颜色等等不要太离谱，是大致在一个范围里面，我们就所有的这个监理所有的这个检验站都可以有一些共同的标准，我想这主要是我们要提的问题。因为在实际上执行的时候确实是有这个用路人因为换了车灯，结果这个检验站不敢让他过，然后他又跑去另外检验站，又过了那这样子的一个标准的不一致，同时也让检验站本身有时候有一些为难的状况那我们是这个部分也纳入检讨。好，谢谢。好，来，我原则上我们同意委员的一个的建议和指教是不是我们把后面那个提交改善方案改成书面报告，我们按照把这里头所遇到的问题在这个报告里头详予说明，还有我们如何改善。肖委员可以吗？好，修正通过，第43修正通过。我们现在要处理41到43是有关于资讯管理以及代监理资讯系统之通讯费及维运费哈。那第44案是冻结案，我们都是并案处理。41到43是删除案，44案是冻结案。来，请主席来。主席啊，这个每年将近2亿的费用哦，在做资讯的管理，我不了解是到底这些费用是做建制还是维运，或者是通信费用。啊，怎么花的钱是每年都需要购买新设备，还是怎么维修的？怎么详细的跟我们说明一下？是，这个蛮笼统的。是跟委员报告，那个每年1.9亿是维运费用，那通讯费是局要自己编，就是三代监理是在104年全面上线的，大概花了19亿建它，那根据软体跟硬体都有固定的维运费用。3年的维运约呢，每年大概都在2亿左右，这个就是已经签约要付钱的。那三代监理的绩效其实非常好，各位委员可以看到，我们每年的契燃费跟牌照税都是在增加。好，那我请问一下，直辖市或其他县市有参与使用我们这个系统吗？有，他们有没有付费？他们目前没有付费，都是由公路总局来付整个维运费用，包括六都跟所有都市的公共运输、财阀都是用这个系统，就是全国共用一个系统。啊，所以维护费用就是由我们交通部来付。对，目前预算是编在公路总局，由公路总局一起来付的。好，那个您能不能详细说明？那详细写一个资料给我，因为我现在好几个县市跟我申请了，因为我们这个现在的那个燃料费用啊，就是县市政府要收嘛。那个不是牌照税的是吧？各县市政府要代收。我跟委员报告，那牌照税是另外一个议题。牌照税是牌照税的主管机关在是属于地方政府。那地方政府他是拿一笔，因为这个税他要自己去收，地方税放到地方来，他没有办法收，他是委托我们公路监理机关有委办费，那委办包含人力的费用在里面。好，但是他使用这个电脑的系统是没有在这里面的。不付还是可以不收钱的，对不对？是，所以委员他向你陈情是属于那个人力的委办。那当然还有机器啊，因为他以后要拿回去要自己弄，因为他就自己要去建制一套机器系统，所以这部分我想我会后再跟委员报告一下，那个是牌照税的委托的改变是不一样的。好，那个我是说这笔庞大的费用哈，我们这个相关的单位要使用的话哈，应该这个系统啊维护要维护好啊，好不好？上次曾经有发生错误，系统发生错误就误侦怎么样哈？好，41冻结十分之一吧，1/10。我跟你们说啦，这里都要冻1/4啦，到了院长那里都会3到5分之一，你冻1/10，你到那边还是会被拿出来啦，变成1/5啦。我们要做这个不要用过。
助的。前面我为什么一直说那个中央要动四分之一，就是这样。我在那边太多次了，那个大圆桌的时候，好，分之一就大家调成五分之一，你今嘛动十分之一，你买车可以来送，加那点客家无援助。行行，好吧。好，我们四一到四四全部冻结四分之一。提书面报告后，使得动支。我们现在处理第四十五案。哦，我们四十五到四十七是要逐案处理。那四十五案是有关于资讯电脑。来，有没有要委员有没有要说明的，或是我们简单讲。是，那个电脑是我们是局统一帮。局跟所属买的，那都是超过年龄太老才买的，那本来都要买到680台才够，都只买了600台，就是对，所以其实已经是汰换得很慢了，对啦，所以这部分是不是请委员能够支持一下，我们改成书面报告好不好？好，第四十五案啊，我们冻结五分之一，有四分之一啦。对，然后提书面报告后，使得动支。四十六案，四十六案是有关于交通量的调查。这部分呢，我们是不是也请委员支持免于删除？因为这里头的交通量调查，它是在交通管理或道路养护上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基本资料。那相关的一个，我们大概也都以电子化。赵委员，第四十六案我们就。不是、啊、你要说明一下，等一下你要说明，人家赵委员是说纸本的、啊，你们纸本的啦，怎么一天到现在无纸化啦？一天到晚你们就纸本花这些钱哈、喔。我也编列这么多钱，针对这个很多、欸，我们现在已经没有所谓的纸本了。那或许是我们的文字还把它对啊，你就说没有纸本，人家他就不会删了、啊，对不对，赵委员？好，本案不予处理。好，是现在第四十七案。说什么？你看。四十七案是有关于公路及监理业务管理，那公路养护行政下面有关的公路工程月刊，编了159万啊。那你们，我看你们创刊到现在才卖出1899本，收入才47000而已。然后你一年要编150几万，每期印800本。这个跟前面赵委员一样啊，纸本的现在都减少了哈、啊，没有人看了，好不好？删一点呐、啊，纸本的减少都没有，大概现在可能还是有些要用纸本，不会看手机的。外祖的龙山啊，放在还是有纸本，报告委放在网路上啦、啊。哎、欸，赵委，你印800本那给谁看、啊？网路上也有啦。啊，现在就是说，那网络上去网络看就好了。那因为有些给谁？哦，给图书馆，给各个大学院校的那些他学，哎，因为少量啦，必须要印制的啦。对对对，那他给那些研究生啦、教授啦，删一半啦、啊，是不是？是建议拜给你印500本够了吧？啊、你有那么多的大学图书馆？不是啦，有对啦，还有一些机关。八委员，还有一些机关哈，我们啊，别看去网络看了啊，你也看你网络档案来看。说啦，哈，那些现在都可以用电子档了。我说留一点给你们是，是真的，这个社会还是有没有用电子档的人，所以需要，所以我认为这个没有错了。但是那些人不会看这个啦，不是好例子。谁会看？大学啦、图书馆啦，他们还在看纸本，我才不相信。没有人会看这个啦，八百本谁看呐、啊？图书馆对图书馆会，它有陈列的部分。好了，删一点啦，纸本要逐渐减少了，用意就是这样了，好不好？30万了。30万了，政府这么精准，47案，我们然后公路监理及业务管理的各部自行调整，好不好？你们虽然自行调整啊，我觉得这个不要让你们自己讲，我们大家的用意就是叫你减少纸本，好不好？是，我们会按照这个原则来办。电子化哈。好，现在处理第48案、48、49以及第72案，请各位委员翻到第72案。72案是冻结案哈，42。好，委员有没有要说明的？主席哈，这个公共运输多元推升计划哈，37亿。那我想请教 BRT 台中 BRT 18辆公车现在是怎么使用？
没有在用，还是要、怎么做处理？啊，有没有相关的这个在当时的计划？那计划的改变到现在浪费多少钱？啊，这个第一个说明。第二个，那有关于是不是有经过行政院这个核定之后才来编列这个预算，跟我们的预算法规定的是不是有符合？两点说明。好。针对委员刚刚垂询两个课题，我想说我先回答第二个部分，就是预算编列的部分。因为这个公共运输原则上是属于这个延续性的部分，所以在今年初部里面就请运营所在研拟计划。那整个计划行政院已经在9月12号已经这个核定了，这个大概是就是说公共运输计划的一个部分。那第二点的部分就是台中 BRT 的部分。那台中 BRT 的部分，这18辆车，那目前这个台中市政府已经完成，就是说它原来台中大道它，因为它18辆是本来是属于台中市政府快捷公车的快捷公司的一个车辆，那目前它18辆车子已经完成，要委托台中客运、巨业及桐联客运来这个营运。那目前已经完成这一个签约，那目前在办理车辆检查跟车辆点交的一个作业。那后续这个这三家这个联营公司将会放在这一个台中大道到高美这个这个湿地这一条路线来做一个这个营运。那原来这个就是说台中市政府这个车辆使用上面稍微有这个延宕的部分的话，那目前这个监察院在进行这个调查当中。以上大概。这车辆现在还可以使用吗？啊，可以。闲置那么久还可以使用？可以可以可以。可以哈、市政府也招商了，那这个关于这项的预算，你们自己删嘛？我觉得说你们这样自己有责任呐、为什么这个不应该编的预算编给他们那么多，那他们没办法用，到最后还变成这个样子，是不是这笔预算呢、那个交通部表示一下意见，你们自己要统算多少？我们先请简道明委员。我的是第48案了、哈。看来跟陈委员的49案大同小异。我想这个计划哈，你们是延续性的了，从99年到101年原来是发展计划嘛哈，然后到延续102年到106年变成提升计划，你们改了一个名称叫提升计划。现在106年明年开始，你们就又加了多元提升计划啊。这个名称大概都稍微做了一些调整，为什么会做这样的调整？另外这个公共运输的这个计划哈，现在是多元提升计划。现在除了刚才陈委员所提到，这边也有提到哈，这边是53处，53处5分之1哦，好，53处5分之1哈。那有关于这个偏乡的部分哦，偏乡的部分这个中巴的计划是不是也在这个计划是不是能够做一个说明？那你们在原乡中巴的这个，因为道路都很窄小嘛，就几乎现在都用公手的这个接驳比方说像古川大桥啊，像琉璃珠吊桥，现在都很有名哦，车辆只要每一个人都开车辆进去的话，会造成很大的这个交通的问题。包括南马夏这个水蜜桃季节是相当这个游客相当多他们那个地方也没有这个中巴你们这个中巴的计划到底实行的现在目前状况如何？是不是说明一下？来，交通部说明一下。是我大概针对这个检委员所提询的两个问题，我做个报告说明哈。第一个就是说，这个从99年到101年这个发展，到102年到105年是提升。那这个下一年度是多元推升的部分，最主要是因为这个公共运输的部分在99年到101年是做这个主底的一个动作，因为当时这个国内的这个公共运输环境，包括这个票亭这些相关场站的部分还不是很这个完备。所以这个99到100第一年的第一期的部分是这个主底，那102年到105年提升的部分是希望就是说来提升这个服务的品质，是做这个拔尖。那下一期的部分的话，大概就是架构在前面两期的一个这一个成果上面，那希望做多元的部分，包括服务的多元，就是刚刚这个委员所提到偏乡这个反映式的需求这个部分，希望做一个多元的部分。那第二点就是刚刚那个中巴的部分，都是偏乡的中巴这个部分都是在这个计划里面做一个补助，哎，是是是，哎，是是是。
我讲那个招委，这个我要建议一下审查的方式哈，因为那个陈欧珀委员的第49案是37亿哈，要删其中的2亿，然后这样是等于37亿让他们自行调整。但是我们另外啊65到69案呢是多元运输的推升计划。是逐项 来做检讨跟删减的哈，啊，我们是要在前面这里处理呢，那后面还要再处理一次，应该是要并案才对哦。好，应该要并案才对哦。好，那我们先让议事人员跟助理先去处理相关的整合哈。那我们现在休息5分钟啊。全部都是了哈。不，我们刚才原来要上的是什么？就是那个谁过来？主任，脚下主任。不是啊，我对他有意见，差不多是第三年是我的。有啊，这个我台中上一个。外。没啦，没台跟他追啦。去年3000万。30万。外。今年他赚足了。对啦，没台跟叶啦。今年都没台又输。对啦。你在台了，不在台了。我的那几个，我要去看的。6亿不到，你要讲的就是1亿到12亿吧，已经亏损不贴了，偏远地区的已经亏损不贴了，这是正常的。不是啦，你先把委员挑出来，按起来，委员地也是定在5到6，掉，你6到69，不来得及，6到69在这里的时候，三个后面有一个洞的时候，一起用你的破坏的一样来处理的。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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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
来，然后也然后在委员支持下了，好不好？这样啦，你卖卖卖，开始卖卖花这些，你今天花三千五的，给你两千，没有公路公路，然后人家帮忙，现在上面是三两千，这个在上面，对对对，我请他们，因为现在啊，如果限不开的话，三四的，他就直接用公共公路去联系了。对啊，对，因为今年的1.6到1.9都可以自己相来投票。对啊，那么大家都想要，因为你那个是每站都变，还是每站都不一样的？每站嘛，因为它每个站都比较快。就每人都5分钟对了，然后书面嘛，统称像多了，统称科目是你调整，调的不算是新调哦，算更多了嘛。你现在讲一个，是这个是之前算出来的公式吗？不是，现在对啊，是个案算下来的。而且这样子哈，就公园最新计划写多少，然后所有有关的冻结案都怎么样，然后现在就消掉多少案来全部写出来。真的，现在就是48到70，现在就是48到70。所以这个就是统三2000计划，然后其他书面的都改。冻结案都改成1/4了，1/4改书面报告，然后就是48到70，对，48到70，没错，好，那我等下问。48到70，75了，对，到七五了，48到75，跟公共运输有关，对，48到75，48到75。新闻报告这个我那一天有跟马上边那个是黑眼地区的，那如果他没有在看，他跟那个相关的。有跟委员报告，哎，这档注定。我觉得他是
啥的，你别要喜欢，还要对吧？生活圈的人，家里应该做的更好。生活圈的是，生活圈的是航空城的疏通道路，航空城的连外道路，一种洞，连外道路一条路吼，就是坑的生活圈来可以来出。还是上，还是上，还是闹。什么人？不是啦，你讲不来就不是，他的生活圈来的，他的话题嘞。所以你这样有记者会，一路话题，他的就一公，要看我话了一下，就是桃园市政府，他这么一条路吼，就是跟他处理有困难，所以要刷过来立功，那个桃六的这条，对，要刷过来去。但是这一个部分对我们来说，我们没有意见，因为钱都往桃园市政府，你知道吗？桃园市政府燃料污染，他只要把它放进去就好了，不让。是啊，不能好用啊。好用不能都一条啊，你起码是一条外，一条外者，没这里一条。我知了。啊，这是大门口走。原则上是走的，对，同意一环。哎，你这里是不是能够到？然后，那到中央这样的地方，它的公共是要基础路线要开的，它的宵夜应该是要这个就是过去，比如说，应该大家觉得全部加起来，现在是不多啦，真的是比较是从这个公平之间。资金再稍高一点，那个都是偏乡的一个工，买了就。你那个一米，你轨道一公里就五十亿呢，其他我觉得好好把它做一做比较重要。对啊，都不是。不是葡萄交通局，像那个
好，我们现在继续开会。四十八案到七十五案，我们并案处理。那我的具体建议，统三三千万，冻结四分之一，然后书面报告后使得动支。好，四十八到七五。那个来，钱委员，我还有一件哈，是啊，关于你们这个补助这个中巴的问题，我刚刚跟那个地方通了电话哈，他们现在最大的困难就是你们的配合款太高了，明年那个配合款太高了，几乎一半嘛哈，那一部车大概两三百万的话，你要叫一个乡公所配合一百五十万，那个是几乎是不好，那个陈组长，这有关于相关配合款的程序跟计算方式。还有另外第二个是规划的路线不能重复，怎么会不？像南麻下就那么一条省道，路线就是那一条，啊，所以你们规定路线就要变来变去，那是不可能的。啊，这一点喽，这两点，我刚刚那个。好，列入参考，并跟检委员做具体的说明。好，我们现在要处理。现在要处理七六七七，这个很大一笔，四百一十九万的公路建设改善啊，四百一十九亿，对不起，嘿，好，答，我知道这个很重要，但是比去年多十八亿六千多万，这个多太多了吧？要删多少了？先等一下，你们这个相关预算是用在公路新建、桥梁整建跟公路养护部分，那你们相关的工程啊，常常有进度拖延，然后预算又执行不力、执行率过低等等，而且你们预算编列有过度宽列的疑虑啊。我的具体建议是删减十亿元了哈。是，那等一下，大家讨论。对呀、啊，我的提案其实赵伟也不过分了，因为你们增加十八亿耶呢，十八亿六千万呢，今年。十八亿增加在什么地方哦？哎，十八亿增加什么样供给？有没有我们台南的？有没有被台？啊，先讲清楚一下。台南完全没有。哦，马上。台南完全没有，所以你要支持我。不是，我省道这个有省改的，省道改善这个有那个东部地区的的相关的一个，还有现在在进行的很多的这个。好，台九南回啦，或苏花改善的等等的，那省道改善里头也包含了相关的一个改善，譬如说，当然这个后续的建设计划会一直出来啊。那像刚才委员提到的说那个曾文溪桥，其实也是有相关的规划的经费在这里面了、啊。所以我建议是这个部分一下三十亿，恐怕会。曾文溪桥只有规划、啊。规划会了，对了。你这个是已经是。对了，但是规划要先有规划，才会有后续的工程、欸。那个公路总局要说明一下，因为行政院刚核定的那个花东的台九线是啊，那个你们称为安全景观大道，是不是这个你要讲清楚啊？嗯，我来跟各委员做个补充的报告，我们这个七六跟七七啊。是整个预算这个部门的一个大项，那到九十九，细项都是细项的部分，我看我们是统一处理好了，好不好？那先让各位员来做相关的说明，来再请公路总局来做说明。那个建设，那谁要先说明？说明一下到底是真的。是不是审改的细项？审改的细项讲一下嘛。赵伟，我觉得是应该是提案的委员有什么要问的，提出说明，要、啊、不然你叫他一案一案说明哈。好，那个我先请教你们，我先请教第七十九案，哦，
是有关于交通部自行车路网建制计划跟友善环境的自行车友善环境路网整体规划。那你们这个宣导活动编了600万，那比105年编100万大幅增加6倍哈。那请你们简单说明一下。自行车。跟委员报告一下，那这个部分其实就是明年度的自行车路网的活动。那今年自行车主要完成1号线，那明年的重点其实就是从1号线连接到支线，就是各地方的有机据点的这样子的活动。所以其实非常需要委员这边支持，让因为我们所有这600万其实是给所有的国家风景区管理处去办活动用的，那其实是直接投资在地方的部分，然后恳请委员支持。赵伟，我可以讲吗？来，我要讲的是淡水大桥第95案哈，淡江大桥跟第99案哈，新北淡水地区，这是我们当地的吕顺林委员说的，说他跟你们建议跟要求跟地方的这个沟通不良，所以呢要求冻结哈。我们冻结是不是应该是可以冻结了哈？赵伟，淡江大桥哈，那个是不是先那个？虽然因为现在赵伟说要一起处理嘛，冻结案是不是可以先通过哈？95跟99冻结的。95跟99冻结四分之一，我们好冻结四分之一啦哈。95跟99冻结案了。我贵啊，冻结案也都有冻结啊，是不是？哦，我讲的处理啊，你讲的你处理啊那样。说冻结案的作为处理都唔得多。啊，所有冻结案全部都冻结四分之一。冻结案通通是冻结四分之一，书面报告20的动支。好好，报告主席。那等一下，中国少委员那个非常重要，我们先处理其他的相关的案子，那个有关于石虎，大家都是非常重视的，我们等一下统一来处理哈。那我先请教一下，有关于我们这第，我这边也有，高路委员先等一下，好，我们等一下会让你做说明哈，不好意思，第84案有关于自行车的交通事故啊 ，A1 加 A2 类啊。它的件数跟伤亡人数是不减反增的，那我们近年来推广自行车仍然都是偏重路网的硬体建设，那忽略了软体行车秩序的建立啊。为了建立有效改善自行车骑乘的安全，那个执行方向跟政策，我们交通部实在是要做个检讨。那这个部分来简单说明一下。没有，等一下我们会跟大家讨论好，来。第84案，有关于自行车的这些事故啊，伤亡。我跟委员报告一下，有关自行车的这一个方案，在部里头是有一个自行车推动小组哦，在那个推动小组里头，包含了运研所，包含了本局，还有观光局，所以刚才有观光局做一些说明。那运研所原则上是一个负责的单位，那公路我们本局呢是负责这个自行车道的这个标志标线的安全的的改善的这一部分呢、啊，那这一部分呢，在去年我们有一个环岛1号线哦、啊，那环岛1号线要在开办之前，我们也对于现行弯道、坡道啊、车道的宽度啊，也做了一些调整和改善哦。那改善完了以后，它当然整体的这个 A1 的死亡的事故呢，是比103年未实施前是有减少了23.5%了。所以我想这一部分我们当然还有改善的空间呢、啊。我想我们会继续来做改善。这样先请那个高路委员。这边是90案哦，93这里讲的就是生活圈道路的补助的各项的必要性跟审核程序跟公开透明的相关问题哦。不过这个交通部这边公路总局这边有回文给我，可是我觉得你们提供的资料还是不足，主要的原因是你们说生活圈道路的相关的部分计划，你们会经过可行性评估、环评跟综合的什么先期的作业之后，才跟地方沟通，那这个就跟地方所要的不一样啊！啊，你们都规划好了之后啊，才跟地方沟通。再来一个东西，未来
你们要加强的措施是在必要时撤销补助，必要时的这个条件没有提出来，以及里面有争里面有关于补助的提案会办说明会，然后呢列为补助的审议重点。请问一下，当这个公听会民众提出意见，它的效果是什么？你们这边也没有提，会影响到这个计划吗？来，公路总局说明。跟委员报告哈，那个我们在审查这个地方政府提的案子的时候，首先我们会请他办提这个可行性的一个这个作业。那在做可行性作业的时候，其实他一开始就要跟地方要先做的那个说明会了哈。这个部分我们都会要请那个地方来，好，我们都会请那个地方政府一定要按照程序哈，在办说可行性的时候，一定会要先办说明会。那另外呢，就是说他先期作业部分，我们也要求说他环，如果这个案子有涉及到环评的部分，也一定要先经过环评以后，他才能纳到整个工程计划来提案来申请啊。这个先做个说明。那我们在整个生活圈里面也有滚动的机制，滚动机制包括什么呢？包括民众如果说还有抗争或是土地取得有困难的话，我们都每年都会做滚动检讨。如果这些东西都没有办法解决，我们会建议地方政府把这些案子先撤掉，好，让有需要的这些案子另外来替补。好，大概是这样的方式来做处理。以上报告。不是啊，请那个林俊宪委员。谢谢赵委，我呼应一下赵委刚提的那个自行车网建制哈，你们那些钱里面有一部分研究费是委托运研所。那个委托费里面其实一半以上都是人事费啊，可见运研所也是在委外啦。那你这样委托运研所有什么意义呢？我实在是不懂你们这样的一种研究计划啊。运研所等于过路财神嘛，你委托他研究，他又没有在做，他只是在转包出去而已。那你干脆你就直接委外就好啦。那个是一个，我们请运研所。报告委员哈，那个其实我们运研所负责整个自行车路网的规划哈，那其实我们只有一个人，那我们像一年的话大概要，你不要讲，我问你运研所是不是在委外啦？对，我们你委托运研所，然后运研所在委外，对，那运研所我们要办运研所是什么抽头是吧？说明会，办三十场的那个说明会，还有大概要去岘港。办就好了，怎么还要你去办呢？那个，不是我们需要，我们只有一个承办人在处理这件事。没了，哎，83案呐、啊，像83案这种哦，你们委托运研所没有意义啊。哎，报告委员。我像的一桶哎，探子不，哎，报告委员，我这个你82也是运研所啊，你全部都是运研所、啊。来，先等一下，先让交通部这边来做说明嘛，先让交通部来做说明。我这边是不是统一说明一下哈？现在那个全国的自行车网的，它大概是这样哈，在我们交通部的这个技监当召集人，那运研所当这个幕僚。所以他会全省，像全省的这个自行车网会去做。那如果是谈好做好的部分，就由公路总局来做工程的建设。大概现在有这样了哈。那目前那个全岛的这个自行车网里面碰到最大的问题就是安全的问题哈。前几天我还到南回公路看一下啊，就说那个脚踏车道画得很小，然后旁边那个什么游览车、砂石车到处跑，所以它有很多是在这种安全上面的要处理的这个课题啊哈。那刚才谈到那个林建伟所提到，他们因为他们是幕僚，但是的确有一些是，比如说在做自行车道网要去做一些调查，好，比如说那个地方有没有需要，然后那个沿路这个做自行车道的这条件好不好，这个部分有一些部分他们可能会请这个人家去做一些这样的调查。他没有委外，但是那个部分是说资料收集的部分他會來做、這個。你是委办呐、啊？委办，他不是说这个，因为整个现在我讲一下，那82办很多了，都是我们运研所要委办的哈。啊，你这一边那么多钱都是给运研所委办吗？全部吗？有多少？大概总共有多少？给运研所大概有多少？委办的有多少钱？800多。全部啦，不是这里啦。因为安尼吼。全部啦，你今年的预算多少？800。今年800。800。一个这只有三、哦，只有那个82页800吗？对，800万。哇，好。运研所只有800就对了。报告政委员，这个我们等一下会统一处理，那我们都会参酌各个委员的这个说明。那个高路委员，你还有什么要补充？
还有就是有关于这个养护的部分哦，其实最主要的原因就是我们之前那个瑞港公路它的养护就是出问题，上一次会勘部长他们去会勘就会发现说为什么底下会淹成这样，那其实中央应该要定定就是养护的一个基本的标准，不然的话地方瑞港公路为什么会坍成这样，上面看起来都修修补补补得很漂亮，底下掏空没人知道，那地方都做成这样，中央一定要下来监督，那你们的标准是什么？好好，来请萧美琴委员。好，刚高路委员提的这个具体的问题我再补充一下，这个瑞港公路、哦、其实交通部每一年从燃料费里面所征收的经费有分配到地方政府，依照地方省道县道乡道的这个长度有做一些地方养护费用的补助、啊、像花莲县一年就1亿5千万左右的这个、地方道路的养护费用，但是这1亿5千万里面、每一年据瑞穗乡公所所说只拨了10万块、是20万、20万给这个、非常重要、跟地方观光秀姑峦溪就在旁边的这个而且奇美部落进出的这个要道，只有1亿5千万里面只有20万来做养护，那所以这个是我们要了解，因为这1亿5千万是我们中央拨给地方，那地方如何使用当然我们高度的尊重地方在如何使用，可是难道中央都没有任何钱出去了就不管吗？我们有没有一个养护的标准，我们有没有一个后续执行的一个成效的考核基础？好，那再请公路总局这边说明养护的标准跟程序的，赶快。是我跟委员报告一下，有关那个部里头大概对每一年生活圈的补助以后啊，对养护的结果会有一个交通部定期会去办那个养护考评啊，在那个养护考评里头就会提出相关的一个建对于地方政府执行的一个建议啊，所以有关委员提到这部分，我们在后续的书面报告里头会去做一些检讨说明。好，这个等一下我们会做统一的处理，有关于高路委员的88、90、96、97都是相关的冻结案，这个等一下我们会做明确的处理，那也请公路总局针对关心瑞港公路的萧美琴委员、郑天才委员、简东明委员还有高路委员在座的委员啊、要提出明确的一个说明啊、要跟委员来做特别的一个报告。好，我们现在要进入我们的钟国绍委员所提有关于生态保育跟地方公路发展的案子，九一九二其实都有互相关联性啊。在交通部在执行的时候也特别提到针对于整个生活圈，尤其是对苗栗我们也知道15是国家的一级的保育动物。但是我们最近看到常常看到15因为被车速过快而发生这种15的死亡哈。那台湾全省现在的15只剩下500多只，那你们应该重新去做思考的，就是在整个的生活圈的一个规划道路里面，你们并没有考量到15的自然相关的资源要怎么去维护，这跟你们的四大核心的永续的生态其实是有违背的。你们只想到的是把道路都扩宽，然后你们说车辆的流量到底有多少，我也请你们统计到底是礼拜一到礼拜五的车辆的统计数多少，礼拜六礼拜天的车辆统计是多少，你们从来没有一个报告也没有跟我们提过啊。你们只知道要扩宽，因为是地方政府的需求，你们就同意扩宽，在同意扩宽的过程当中包括征收，包括扩宽，包括后续的生态的一个维护，你们从来没有先做一个机制啊，这是先前就要做好的一个机制，你们没做，你们等到扩宽道路的时候发现有征收，就像刚刚那个处长还是谁报告啊，发现征收如果有问题，有民众有抗议，我们再来做后续的处理，不能这样做啊。你们相关的公路的扩宽的计划应该不是这种执行的方式吧？在执行的过程当中，最起码你征收会不会碰到有什么问题，是不是要先行处理？当这些的生态的保护发生问题的时候，要后先前置作业，包括民众的参与，这些都要让大家共同来参与啊。但是你们没有做啊。
你们给我的说啊，我们有贴了一个公告啊，时速不能超过60，这个叫做保护我们这些国家这些一级动物的方式吗？不是吧，公路局不应该是这种方式的一个处理了，所以我是觉得说你们是不是应该重新去评估，这个必须要明确的处理，保护瑞检的石虎是我们大家共同的责任。那当然地方建设必须考量到生态的平衡，那交通部在这方面的确是欠缺的保护生态重视生态平衡这样一个重要的方向。好，那其他委员有没有要先等一下，公路局你们在过关，尤其是山区的一些的道路，偏远道路的时候，其实是涉到林务局，你们从来没有做过横向联系，是涉到水保局，你们也没有做横向联系。好，等一下会请公路总局来做统一说明。来，现在请陈曼丽委员。好，谢谢主席，还有各位委员，还有各位在场的长官哈。我想就是说其实对于我们要拓宽道路应该是很多的居民也都很希望，就是说你如果能够把道路拓宽了以后，让大家能够走得比较快哈。但是呢，就是说在苗栗这个地方呢，它的这个道路呢已经太多了，很多的道路我们都会看到它上面其实是没有什么车子在走动的。那但是在这个部分呢，我们就会看到就是说你还是不断的在拓宽你的道路，而且呢就是说像这个石虎呢，它如果要过马路的时候，它今年就已经有8起的石虎在过马路的时候被路杀了。所以你在这种情况下呢，你如果是说不断的在拓宽马路，其实你会看到就是说你并没有评估它到底它真正的需求是什么。那如果是说我们对于当地的这个石虎的部分你没有做好一个研究，然后你对于它的通路，你对于它的这个行的安全你没有注意到的话，你就是很多的路杀在这个地方会被大家看到。所以我想说石虎其实在我们台湾的数量已经越来越少了哈，尤其是如果是说小石虎它在这个过程当中它就就是说被路杀了，那当然就是说我们也会看到它就是没有后代了。所以我们会看到就是说我们在公路的部分好像对石虎都一直是说有一个要说做评估，要来做这个防护的一些的作为，但是其实好像都还一直都没有看到。所以我想说在这个部分是不是可以把这个评估的部分能够做得更确实一点，甚至很多的关心的民众也可以一起团体也可以一起要过来一起讨论哦，到底要设在什么点，然后它怎么样去防护会是比较恰当的。谢谢。这些陈委员跟钟委员提出的都是重要的生态保育的一个重要的一个方向。那生态保育跟地方的建设仍然还是要取决于生态的重要的维护跟平衡不能肆无忌惮的只为了要拓宽所谓的相关的交通建设而无视于地方的生态发展。那交通委员会基本上都会尊重各地的交通建设的一个推动跟发展，但是交通委员会还是有重要的原则，对台湾生态的维护也是我们交通委员会在推动交通建设的一个重要的责任生态维护我再提醒你一次，来请交通部说明。刚好我大概一个月前去看了那个三义外环道，就是那个台十三线的经过石虎那个替代道路，基本上就是说过去的确在地方他们提出这个需求那也朝这方面来走了那上次我去看呢，就是说三义在假日会塞车，所以他们希望有一个外环道，结果外环道到刚好迁到的这个石虎的这个保护那个地方所以现在因为他在环评里面也太多人提到这个课题了所以我们现在是觉得那个方案比较是不可行，或许会从台十三线本身这个主线这边来做一点处理，但是台十三主线的处理里面那一天去看有很多是拆迁的问题了那当然这又牵涉到一个这个公平正义的这个课题就是说我想这一部分在过去的确在像石虎这个区域是一个课题我们希望说这个新政府上任以后，我们希望把这个的冲突减少，的确是有点两难，有的地方是说希望拓宽，比如说为了拓宽，有的是为了安全的因素但是拓宽里面对于生态的保护
这一部分的影响的确有很多。事实上，这个在像东部也有，像东部类似，像南回也有这个课题了哈。但是我们觉得，好像安全跟这个里面要，就刚才赵伟所提的一个平衡点要找到。对，沟通，我想这一部分没问题吧？沟通是不是？对，报上来。你们现在说沟通没有问题，但是好，之前有沟通吗？你们说明一下十三线那个部分。那个我们在做，其实那个台十三线三外环哈，已经也大概将近一二十年的时间了。那这个过程当中，其实是有一些跟地方的一些沟通啊。那这边要跟委员会报告，就是说刚才委员所关心的那个石虎的问题，我们会专案的哈，针对石虎跟当地的野生动物啊，会做一个专案的一个研究跟调查。那在过程当中，我们也会请那个专家学者，那最重要的还有就是民间哈，来召开这些研讨会。那有一些成果以后啊，会当作后续公路开发时候的一个依据哈。大概目前不会以工程优先来做处理，应该是以生态优先来做处理。以后，那我们再来考量工程的一些方案。那刚才在讲到台山三一外环，其实上次也有拜访过委员希望说，如果是零方案，也就不拓宽的情况下，有没有办法用交通工程或交通管理的手段去做处理？那这部分我们也会纳到我们现在目前在做各个方案检讨的一个方案来做处理啊。以上报告。是要专案报告才能去动这个。那你刚刚特别提到台山线的一个扩宽哈，台山线其实那是重点是在于那附近的停车场停车不够，不是因为道路的扩宽，是因为那两家的店面生意太好，因为那个生意太好啊，所以假日的时候大家都也要搭车呀，啊，所以不是因为道路，你礼拜一到礼拜五，所以我才要跟你讲，礼拜一到礼拜五就没有人没有车，就不会有塞车，啊，只是放假天的时候为了那两家面店，然后你就要把整条路再扩宽。那你倒不如去研议，是不是附近有一些的停车场？对啊，所以才会说，你们生活圈道路它强调的是必要性跟急要性。那必要性跟急要性的条件，你们有定得清楚吗？再来就是你们说后面的监督跟所有的程序，没有一个人民参与之后，他的声音的决定性效果如何，你们也没有讲出来。对，我想这件事，因为他的这个部分，我现在要做处理了。我们交通委员会再一次的提醒交通部，我们尊重各地推动地方交通建设的一个重要性，但是石虎的锐减、生态的维护，也是我们交通委员会在监督各地交通建设的时候一个重要的原则。这个原则是不容挑战的。我们要给下一代一个基本的生态维护的台湾，这是我们重要的责任。来，我来做处理。好，七十六到七十九案哈，七十六，对不起，七十六到九十九案有关于公路建设及改善计划，我要具体做处理，3-2.5亿，3-2.5亿，然后你们自行调整。那除了九一九二。那都是冻结四分之一书面报告后使得动资，九一九二冻结3亿，然后要专案报告后使得动资，不是书面报告，是要到交通委员会专案报告后，可以了哈。针对十五九一九二冻结3亿，然后要专案报告，在冻结3亿之后，要专案报告之前，必须跟关心的委员以及所有跟关心这个议题的相关的生态团体、民间的团体、地方的民众，要举行意见的沟通。这个有没有问题？好，我们就这样处理。好，等一下，招委。你刚这个七六到七九说要3-2.5亿，这个我希望交通部你们在做内部的这个云资的时候，因为总额是400多亿，有包含我们非常重要的接下来的这个花东
这个台九线的花东公路的拓宽哦，也就是安全景观大道啊，那希望这个删除的部分要排除掉我们这个花东的。是第一年的，第一年经费了。原则上，那第一年其实不多，大部分是设计规划。这个部分交通部自行调整，也必须跟委员沟通交换意见。请排除苏花改以及花东公路的相关的建设经费。等一下，好了，大家要排除，好了，就先这样哈。好，好，现在我们要进行。那么多钱，400多亿。一百案。看见大家。第一百案是税出的第二目。来，请说明。来，交通部。这部分的相关的一个费用啊，是民众到了监理所啊，有时候会提供一些报章啊，给民众供参阅了，所以这部分是不是请委员支持，不要不予删除？好，不予处理。我们现在处理决议案。等一下，我问一下这个部分哈，一百案的保管车辆损失赔偿占多少？跟委员报告，这个部分就是大概就是，要假如说被法院扣押，或者是被警察，留置保管要报废哦。目前台北区监理所只有编列两千元，就委外环保公司就代保管，之后就是销毁。是，就是2000元，这个2000块而已，就是委托那个环保公司，环保公司是占只有保险费的意思吗？不是保险，就是保管，就是车辆，假如说警察扣了之后，要个地方去保管那个报废，要只给他2000块。那个不是赔偿费，那个不是赔偿费了，那个不是在问你。我在问你赔偿费。没有赔偿过，没有赔偿。对呀、啊，因为你这里有编列保管车辆损失赔偿费啊，我在问你赔偿多少，这个多少？没有。那你没有，你为什么编列？因为这个部分是就拍卖前是代保管的费用啦，就是代保管的车辆。我看你们有没有编列、啊？有没有编列这个啦？如果没有，为什么有没有编列吗？他说没有啊，他说零啊。他是保管费。保管费，他是保管费的。车辆保管在保管厂里面的保管费。那如果是赔偿？不是。那你为什么要写损失赔偿？你原来科目有写损失赔偿吗？要不要查一下？预算书有写。实务上就是2000块的保管费，就是备而不用，万一有损失的时候才要赔偿。是。好。这个部分，等一下那个相关的预算，我们刚才审查的文字在做明确的整理哈。然后相关的决议部分，我们现在暂时休息5分钟，让决议的部分赶快跟各个委员做最后的处理哈。休息。好，来，我的部分呢、我要加字。休息啊啦。好啦，休息。好，休息。各位，赶快把局域的文字每个外婆，你好，我的干嘛？这个没什么，只是因为决议会很快，所以不要在12点前结束。是啊 ，OK。怕太难看啊，我的那个部分，我会增加几个，一定可以的。OK。那个，我先跟你说，这个因为15的关系，我加121，加秉持环境和谐，顿号，生态保育啊嘞。是啊，这部分。可以解了，这绝对无问题了哈，加安嘞。但是你等一下要说明这个。130的教练员带。1305啦，乌啦，教练员文字带。130。130等于带钱的嘿啦。教练员文字带。我你改好啊，这个没事，这你那工资没事。好，我知，这个可以。
这个不行，这个也没有标准之前不行。嗯、对了，不生态补偿这一轮，这个太麻烦了，这个要一下去大家都要生态补偿，啊，这个标准不知道在哪里。不是，他的意思是说，他因为他有文字里头有这个，你要把这个文字删除。对了对了，等一下你们要说明说这个不行，对，要删除，因为他你说你不做，你就要把它删除，要不然你。包括吼，唔免提啊什么建检个要求，即拢唔免改啦。啊，主管机关甲补助机关就同款。啊，当然主管机关在补助啊，补助在补助上，哪有机关？啊，来都要补上啦，该补上补上，有人该补。都好，主角啦，都是很妈的，来都接受，对啊，不是可以接受是接受，我们得改东西，自己东西有建检个要求，唔就同款。对不？就那个冻结，就是冻结这件事情。然后统三二点五，统三二点五，那是冻结冻结，然后分物自行调整。分物自行调整。陈曼丽那间135万，那个 Terry 是说生态补偿的，我知道，我们向白银要提一下，对，生态补偿这边没有兑现，对了，但是这样对，我就讲了，你看大的哦。都爱盖哦，然后书面盖都盖都吼，而且爱报告盖就书面，那有道理啦。啊，出来哦，细人也免得盖啊。辅助机关、主管机关弄赶快的物件，你干嘛还要进？这个我昨天在，他就像这个东西做形式的修正检测，像做配合检讨，别弄做检查，做不重要，不要浪费时间的工作。就很无聊嘛，这就是我昨天讲的。你做重要，光会影响到你的那个其他啦。刚才我跟你讲，不改就不要。规定标准邀请所属，而所属要进行。这个改就不要改，不输你还在改啦。主管机关跟补助机关不是同款，你不是主管机关，你也不符合。小小地方就不用改了，没什么意义，没什么意义。对了，请他们来一下吧。这个，找那几个用改的那个过来啦。那个真的有，连我自己看起来都就觉得很好笑了。他都在。
好，我们要继续开会，那请各党团助理赶快联络委员，我们要进行主决议案的处理。赵琦叫委员回来。好，我们现在要继续处理委员的提案，相关的决议。我们现在处理101案，101案，来请交通部说明一下有没有问题。好，101案是有关于要参考国际间桥梁灾害危险及因应措施，要于3个月内提送改善报告到交通委员会。降低天然灾害对桥梁建设的损害。好，101通过。102来说明一下，102可不可以跟103一起看？因为103是2个月了提报告，那102是1个月，我们在这里是不是建请102的改成2个月，跟后面的103好也改成2个月，因为相关的这些抢修及修复的工作，这个提高桥梁建设灾害防救应变能力，要提出改善策略，这个2个月时间是比较充。这个是全部的桥梁啊，它这个是它那一座双元大桥，所以是1个月2个月差在这里吧。101是3个月的。2个月，103是2个月，好了，2个月了，两。好，这2个月。103是2个月，那我现在处理是刚才是101啊，102，我刚才说101，所以我建议，所以刚才建议说一跟101通过了，101通过嘛，那102跟103都是2个月哦。好，我们现在处理104案，同意，同意办理，三位人。好，第104案。我们是同意处理，那个也请这个交通部公路总局简单说明一下，我们现在相关未来的桥梁建设，参考国际间桥梁灾害危险及因应措施，哈，滚动式检讨桥梁建设养护监控预警。我们现在对我们全国的这些重要桥梁，哈，
我们现在的初步的监督的状况是如何？也请说明一下。那个。没了。跟委员报告哈，那个目前属于我们的公路的这个桥梁省道这个部分哈，那个。这个在102跟103里面，你都要就把104的要一起纳入说明报告。这个我们会全部把它纳入报告了哈。那对于整个未来的部分的话，因为公路总局有收那个移交一些其他非公路总局自己那个新建的这些桥梁，这个部分的话哈，在这一次的那个0206的那个台八六那边有发生一些错位的问题哈。针对这些问题的这些，就是说移交过来的这个桥梁哦，我们会全部去给它做一个重新再做一个体检，好，包括整个那个抗震的这个体检。那体检之后，如果说有需要再改善的话，我们另外会针对这部分哦再来改善。这个部分运营所还是。我来问一下，运研所有编列说什么桥梁监测，那是你们委托的吗？运研所编列桥梁监测，我们没有委托。资讯系统，桥梁资讯管理系统这个部分吗？那这整个是整个那个全国的那个交通部的这个桥梁管理哈，包括县市政府他们都在运用的那个桥梁管理，他们去做了一些维护啦、检修之类的哈，他都必须把它登载到上面去，所以是一个全国性的。所有桥梁的那个那为什么是运研所在做？那个是部里边在那个是部里、市长，那市长说明一下。那个当时就是因为整个全国桥梁有包括我们交通部所属的啊公路总局、铁路局，但是也有地方政府的啊全管的桥梁，所以当时为了让这个所有的这个全国的桥梁管理它的一个现况啊，能够有一个资讯系统的一个掌握，所以当时是由部里面等于是的预算里面请运输研究所去建制、去规划、建制一个所谓的全国的桥梁资讯管理系统，这里面就会有所有的这个每一座桥梁它的检测办理的一个状况、维修办理的状况，那甚至。后续还结合了评鉴啊，如果说这个桥梁的主管机关啊，他的评鉴啊，这个他的检测维修没有做好，他会有一个评鉴的成绩，那公告啊。我还没有完，是，你给钱给运研所做的那个已经之前那是早年的，现在的事实上是已经是运研所这边他是帮忙做所谓的这个新的检测技术方法，因为这个比如说之前是第一代，后来还有渐进到第二代，那现在准备要换轨到第二代的时候，因为它是用所谓的构建式的，那我们有部里面这边大概还有在我们路政里面有一个钱，就是给运营所持续去针对这个新的检测的方法跟过轨到第二代，是你们给钱让他做的哈，是，这个记录起来运营所那里那个却还没完，可是这个建制呢，地方政府的桥梁没有进去，有应该都有，全国的桥梁都有进来。那如果地方没有登录了，没有登录，我们就会提醒他们。那在评鉴的时候就会把它反映出来。那个就通过这个评鉴都有在对那个县市政府的桥梁的这些哈那个维修管理都有做评鉴，包括在有没有到那个桥梁管理系统去登录啊，这个都有评鉴，哎，这个都有。哎，我们现在还有外部稽核，但是对啊，可是我们看到台南市做的不错，可是其他县市没有，这个作用就大减、啊。都有。所以这一两年已经那个整个那个好，预算中心调查执行率只有40几%呢。咨询地指的是就地方登录、哦，所以这个就是地方证。我们通过这个系统，地方登录的那个只有实行率，这个就是跟委员报告之前还没有这个。所谓的全国桥梁管理资讯系统之前那个绩效是更差的，我们现在就是透过这个资讯系统以后去慢慢把它提升。你不能讲这个，你讲这个我就没有办法接受，你钱都开了呀，花那么多钱了、还有40几%没有登录，这个跟这个比例太高了啦。地方政府全管的桥梁，我们等于透过评鉴的这个机制去公告，我们每年都会公告说你这个我也听不下去，市长地方政府也意思说地方政府他没法理啦，那你在补贴地方政府的这么多钱，那个交通建设那么多，怎么可能跟地方政府没有办法沟通？这个我听不下去。不是，我们当然是都有每年运研所都会，特别是公路总局办教育，特别是公路总局做地方的，比如我60亿，我给你
拜托国家个被害，那怎么可能会不听你的呢？这个是你们要去督导的啦，哈，40几%，立法院的预算中心都说出来40几%，他是那个没有登录就40几%是吧？登录比例太高了，比例太高了。那应该是说没有去更新了，没有去更新了，这个是更新的作业了，基本资料都有，没有去更新。好，那你们钱花了。东西在那里建置了，他没有去更新，你也无所谓，这样也不行啊，对不对？就是会通过评鉴把那个缺失啊，请林委员继续。这样啦，如果按照市长你的解释啦，那我们有补助就要有一点惩处啦，对不对？你地方政府如果有你讲的这种状况的话，那你在第二年的补助你就应该要考量。对啊，我们台南都第一名。对啊，那你这样对努力的配合的县市才有鼓励的作用嘛。好，阿伯利亚呢一视同仁，那地方政府又不理你啊，你在这边说你无力感，那预算这个也请交通部去演你了。我现在请教一下市长，我们高雄市有那种智慧的整个交通的行控中心，好，那其他各县市的状况是如何？那它里面的监视系统，我们重要的路口之外，那像这些重要的桥梁，是有智慧的监督监视的状况吗？我说明一下，智慧运输中心大概比较完整的应该是台北跟高雄，所以这次我们在智慧运输系统这一次的计划里面，希望说能够更普遍。它主要是说控制那个现场的交通状况，它可以去疏交通的流量。对，桥梁一般是在我们那个。地方都还是公务单位了，公务局和公务处。那刚才陈淑叶委员提案其实点名一个非常重要，就是说天然灾害现在非常的频繁，不管是台风、豪雨或者是地震，那这些桥梁的维护，除了你们是用人工巡视，还是有相关的监视系统，比较重要的，或是有重要灾害可能会有像什么？高平溪的上面的这些大桥等等，我们有相关的这种监控系统吗？我说明你这样，因为我对陈志平就是来你说一下。我们现在对这些全国重要桥梁，或是有这种潜在危险、高风险的这些桥梁，我们有相关监测的一个系统吗？目前这些监测系统啊，像在国震中心，他们正在做，就国家地震研究中心，他们正在研究，像我们的那个西滨桥了、自强大桥了那些哈，他们都有装。那是地震的部分，那有关于豪雨或是冲刷、台风的那种土石流冲刷的。冲刷啊，事实上哈，冲刷跟那个地震两个是有关联性的了哈，因为如果你冲刷深了以后哈，那地震不要那么大，那可能就会影响到桥梁的结构安全。那它相关的，它是弄到这种主站就是在。重要这些桥梁有一些相关侦测的要点，那如果传到工作总局呢，还是传到哪边？那个在他们目前来讲是他们在研究，直接到他们那边去啊。现在都是直接有画面哈，只有资料资讯都马上都一直进。对，我们现在有紧急警报、国家级警报，还有警讯通知啊，这是我们现在国家在做的重要的这些灾害预警的系统。那我们所讲的这个桥梁或是土石流等等，或是这个雨量啦。等等都是属于这种警讯通知的一部分，那这个部分我们希望能够更具体一点，赶快的推动来，请说明一下。是，报告委员，这个没有问题。目前我们大概我记印象里面，讲话不要讲太快，没有问题。如果有重大灾害，桥梁断了，造成伤亡，了解。当然不能够造成这种现象了哈，至少有7个流域哈，我们有 CCTV。那委员所讲的雨量的部分，我们现在针对我们公路总局所属的15个流域，在上游的雨量站，我们借由气象局的帮助，我们有一个流域的监控，这个是传到总局，还有各个工程处的防管中心都会有24小时监控。那我们有设定管理值，我们有设定管理值。这点非常重要。我们交通部的责任不是说，推动交通建设、开路，然后铺桥，然后有灾害再去做出，不是。我们要保障人民的生命财产安全。那对于相关的土石流、雨量，那对于桥梁道路的这种监控的系统啊，这个在国家的灾害警报系统里面都是我们现在要做的工作之一。那这是属于警讯通知的部分。那这个部分，市长要跟相关气象局的，因为我们的资料都是气象局提供的，跟国家地震研究中心要赶快做处理。那我们现在继续处理的是104案，来，104案通过了，通过了哈。
我们现在处理105万是赵委员的提案。105万，来交通部同意了哈。一个月 OK 哈。一个月 OK。OK 啊。可以吗？这两礼拜前就拢提出来物件，即摆对方我无条件去支付啥。我讲爱投委员。有 ，OK OK， 好，106万，我们同意，这个也没有问题的，同意。好，我们现在处理107万，也是一样，同意。107万是你来说明一下，请说明。这个淡江大桥哈。在地的那个吕顺林委员说，你们都他跟你们建议什么都不听啊，地方反映什么你们也都不理会哈，说明一下。跟委员报告哈，我讲李委员的意见我都很重视，那也找我们过去，大概主要是一些用地要合并征收的部分啦，因为它牵扯到法令部分，我们也多次的说明。那在淡水端的部分，我们用地都是用协议架构，那到目前为止，当100%都已经同意协议架构，所以我们在这个下个月初会把用地会都会拨出去，那进度的话就会超前啦。以上报告。跟设计讲一下，变更部分是因为我们这边有三个标案。那第一标是施工，那现在已经完工了。那主要可能是第一标部分有一些设计在钢桥上不是很妥善，那这部分的逐步做变更。那在这个月的11月2号已经完工。以上报告。我们现在处理108案。108案金门大桥。现在我先请教一下金门大桥目前的概况是如何，现况是如何？今天停工中吧。开用麦克风。有人投了吗？有人投了。得标的那得标的厂商是高雄的厂商东批营造。那你们现在工程的进度是如何？预计在下个月28号就会复工，开始开工。得标的厂商是谁？是东批营造。好，那你们是你们前面善后呢？给那个那家烂公司国登领走了多少？他做的这个部分大概接近19亿吧，大概19亿左右。哎，你给他领走多少？他做的工作我们有办理评值啦，好，大概是19亿左右。你给了19亿，就是他按照进度，因为他大金端这边的话已经做了十几垮了哈，还有一些机装。好，只要他有做符合我们契约规定，我们都会来计价。好，你给了19亿，那今天招标的要多少亿？59.5348亿绝标。那原本总共的工程金额是多少？58。对，原来在第一次修正计划的时候是73亿了哈，那后来我们有办理这个计划修正哈，也已经报行政院，主要是根据现况地质情况的差异了哈，那个部分大概修正到79亿。那你怎么处理国登？就是他的部分，我们按照他已经做了计价给他，那终止契约也办理停权。罚嘞？履约保证金没收了。多少？5亿多，5亿6000多万。没收了。是的。好。那108案有没有问题？对不起，再问一下，那今天得标的多少钱？已经开了，所以无所谓。59.5348亿。五十九点五三。预计什么时候完工？59。109年9月。109年9月。超过呢？那这样超过你们的预算？那这次我们报给行政院的时候，有时候我们会把那个国登公司的履约保证金挹注到这个专案计划里面。好，针对108案，交通部有没有意见？了解。没有意见哈，通过。109案。没有，这个金门大桥也是没有意见。没有意见哈，通过。110案。没有意见。没有意见哈，这个是台东，台东台九线花东线界的，再问一下，我再问一下，对不起，108那个金门大桥啊，金门光卖高粱税收就超高了，那个80亿，通通都是金门大桥，通通都是中央出吗？县政府出三分之一。
出三分之一，中央出三分之二。所以这个我们那个刚刚你说的19、59加起来，他们都要出三分之一，是不是？三分之一，对。确定哈？对。对，讲是讲三分之一啊，但是后来中央希望他把那个外围土地利用的那个也算进去，所以是40，接近45了。好，所以县长一直有意见。他们比较有钱哈，所以很。好，我们现在处理111案，是萧美琴委员的提案哈。有关于台九线花莲段道路的拓宽改善的工程，哦，也希望能够赶快把铁路这个联系台电公司积极评估，在道路拓宽工程进行同时，一并办理电缆线地下化的工作。这个我会跟那个台电来协调了。好，然后这个案子就没有问题了哈，通过。现在要处理的是112案。同意。112案也没同意哈，通过。113案也同意。同意了哈。114案也同意。114案也同意。这是谁呀？这个人是谁？廖国栋嘛。现在我们处理115案。没有人不处理了。那个通过，我们现在处理115案。115案最后面是不是委员是不是同意有跟委员讨论过，是提出书面报告，就是向交通委员会提出书面报告，加这几个字。以三个月内送交通委员会书面报告，三个月内送。交通委员好，好，修正通过。那个114案哈，我后面会做一个哈，114案我后面会做一个，我跟我有相关哈，就是你们一年内提出可行性评估报告给我们哈，要注意一个现象，其实我们现在除了做以外呢，还要考虑到真的生态保育跟环境。地质不要再有人定胜天的概念哈，有时候真的要给那个大地一个休养生息的时候哈，所以特别是这个丰港到这个什么阿朗卫这一段哈，其实它的历史价值比它的开通还更重要，就是我不反对这一段呢可以好好的规划成为观光的步道好，但是是不是要变成公路呢？我是相当保留的，我是相当保留的哈。虽然委员要你们一年内做评估报告哈，这个评估报告不是一定要做公路哦哈，好不好？好，我们现在处理116案，有没有问题？交通部没有问题。好，116案通过。现在处理的是117案，同意。好。117案通过，现在处理118案，同意。好，118案通过。119案同意。119案通过。120案同意。120案通过。121案来，121案就是我刚刚说的哈，环境和谐哈。好，我后面要加顿号，然后加一个生态保育，哈，秉持与环境和谐、生态保育共处心态，而对待修建新建之公路建设，好不好？哈，是，这个就是我刚刚说的115，并115一起处理。还有石虎的苗栗那一段的石虎，都应该要好好的慎重来考虑，哈，要。真的有时候要人哈，要谦虚一点哈，啊，包括这个对待动物了，好不好？好，是同意，是。我们现在是照办。好，我们现在处理122案，有没有问题？没有问题，同意，通过。肖委员，没有哈。我是觉得这个还是要更积极一点了哈，因为很多我们。这个
道路的维护有不同政府层次的这个相关的责任哦。那如果说地方没有做好相关的维护而去责怪中央哦，其实对我们公路局也不公平哦。那但是地方有时候是因为缺乏经费或者是因为有其他的问题，那这些具体的问题是可以提出来讨论哦。但是我觉得相关的责任归属还是要明确化。另外就是我们补助给各地方政府的相关的养护费用哦，既然是由公路局所补助的，那后续使用的状况我们也应该要做一些监督跟考核，而不是钱出去就完全没有责任了。好，说一下叶委员这个我们事实上有发现，真的有地方政府他不做他自己的这个乡道县道不做，然后竟然还出来骂中央。那这个时候呢，你当然他是下士对上士，你当然不用到部长出来回应，可是至少你在地的比如说公务段好，或者在地的主管要出来反驳啊，要不然他乱说你不知道人还觉得没有人反驳就表示他说的是对的哈，这样真的会误导民众了哈。这个部分你们要去建立检讨一个机制，就是各地方公务段也要就人家提出来质疑或者有这个不实的扭曲的都要说明解释啊。好，现在处理123案，交通部有没有问题？没有问题。好，123案通过，124案也同意。好，通过125案。125案有跟委员跟大家沟通，后面一个月是不是改成2个月？倒数第二行。好，修正通过2个月。126案。这个两个月就差不多等于4个月了，因为要过年哈。林龙勇安呢哈？现在两个月就一月都还好啊，一月了过来二月个开议了的3月啊，都是。我们尽快。好，126案，同意。不，你刚不是说都退完了？都退完了。对，所以、啊、那根本就没有这个问题啊。对，都没有这个问题，都三月。127案，没有问题，通过。128案。同意。我再补充一下了哈，就是说我这里要再提醒一下交通部，就是说我们相关的这个新的政策的实施哈，就是相关的办法哈要成熟要完善才上路了哈，不然你如果仓促上路啊，那实施了之后又边骂边改哈，真的对政府很伤了哈，所以你们一定要慎重哈。好，谢谢。好，谢谢。128案来。是我跟因为委员已经多次提到，我稍微跟委员报告一下，有关委员刚才提到，就是说，尤其是叶委员也提到说，民营汽车驾驶人训练机构管理办法相关的那个理事长啊，他们有提到很多的一个建议啊。那我个人在8月多到局里头来服务的时候，我就第一时间我就跟相关的理事长有见面了，而且建立一个相关的一个沟通的管道。那我也责请我们的主任秘书跟他来开会。所以目前他们所提到的很多的问题，大概都逐一在这里头处理了。譬如说像保险、刑事责任相关的法条的修正，这个原则上在这个月底就会可以全部处理完毕。然后相关的这个考检验员要进入的，原来他们本来驾训班非常排斥，到目前大概也有1/3的驾训班已经投入了。那我们原则上呢，希望在明年3月以前，他全部能够投入在这一个。好，那一个月内给我们书面报告好不好？好，没问题。一个月哦，哈，因为你说都已经就绪了嘛，我们相关的那个骑乘大概也都有排除。那最后加在128陈述叶委了哈，一个月内请交通部一个月内提出书面报告哈，送给交通委员会。好，修正通过。各委员都要有一份。129案有没有问题？129案。129号有大概有跟委员沟通，那边因为这里头提到的这个高龄驾驶的相关除了公路总局以外对还有是交通部的相关的单位，所以我们是不是有跟委员沟通了，这里的公路总局是不是改成交通部？好我问一下，我只有问一下最关键的啊，你们是什么时候要实施？
障碍计程车应该在做啦。不是，我说高龄的这个驾照。我明年原则上是七月的时候。明年七月。是。认知检查的，对。这个部分我要提醒交通部，我们这种高龄驾驶往后展延哈，那其实在国外他们都是进行相关的配套措施，就是提高老人高龄的友善交通大众运输系统，哦，这个是他们重要一个工作，哦，那你们不能只做这种高龄驾驶的往后延展，而对于高龄老人的需求，哦，交通动线都没有做处理，这个我是公共运输的规划。这个好，所以我要再说哈，不是那怎么样？你们高龄界定在哪几岁？我们现在是有关是以75岁界定在75岁以上。有没有考虑80岁？为什么我这样说？我跟你说哈，那个汽车比较，我比较没有意见，机车。我那整卡郎，75岁，现在的身体状况，75岁叫他骑摩托车很正常啊，很 OK 啦。你要他去考驾照，真的会造成很大。检查就是对他来讲就是考试啊，就是考试啊。检查什么？我咨询过。认知的检查。检查考你的记忆力啊。哦，那个。哎呀，给你十个图样啊，然后过一段时间以后叫你去指认啊，指认几样啊。那个会很困难吗？如果很容易考，那倒还好。不容易啊，我告诉你。请郑委员，那天部长都有点认不出来。来，郑委员，我不，现在的年纪我觉得有点不切合实际啦。就说像我们这种。他整卡收载哈，我们这边有发生过一个案例，100岁，他还骑机车，骑霸黑哦，他也不戴安全帽，当然不鼓励这种行为。可是那个有一个年轻警员去那边路边那个临检，就叫他下来要罚。伊讲啊，我骑霸黑，你搞好干嘛？我也袂来吧。好，啊边阿姨的董叔就讲，对啊，这个无咧出婚的啦。所以其实第一个是说，你下去，他实际上的行为你们也抓不到，那都是可能锦泥矿有一盖去用伤掉无。所以你们没有办法，真的没有办法管理啦。所以你们年龄看要不要往上提，也是为了他的安全。但是在落实到基层的财阀上面，根本是办不到的事情啊。真的是那城乡落差很大。你主要还是要注意安全，而不是说你用那种很科学，但是这个可以120万通过了。但是这件事情你们真的还要再慎重。对啊，这个如果执行的话，我们里头正在检讨了。好，130案。有没有问题？你们有文字修正哈，来修正一下。是文字的修正，大概也跟委员办公室大概有讨论过，原则上建请后面的建请之后的文字删掉，改成建请公路总局检讨现行法规及协调医疗院所配合办。好了，好，修正通过哈，131。有没有问题？没有问题，通过132。哎，131，我说明一下，我去看一下这个文字内容哦。我有四个字，文字不是你写？对，就是我看了一下，我自我检讨的。倒数第3行的大幅松绑这4个字是多的啦。我觉得定出什么样规矩，麻烦你们了哦。但是有是不是大幅？我觉得这个写这四个字好，修正通过。大幅松绑，自我检讨不错。132，通过。关于那个查委员的这个部分哦，那因为工程会的这个工程施工查核小组这个作业办法里面，针对委员的职权部分已经有规定了，那再加上中央政府机关学校出席费跟稿费的一个资给办要点都有规定了，那我这边是建议是不是就做文字修正一个部分，就是除义务免费外，所属机关或单位应依规定标准给付演讲费或车马费方式，邀请工程考评专家或学者至单位内讲席，以符合利益回避原则。因为我们的那个铁路局这边有办那个品管班，
那这个品管班的部分，那个老师也是从这个工程会这个委员里面去选出来的，所以这个部分是不是这？不是，我们讲的好像两回事。是我不是说他，我认为是，如果你有担任人家的考核这些委员，你就应该利益回避，不能来这个单位讲习。而不是说他是怎么收费的问题、哦这个部分在工程会的规定里面就是有这样的规定，他不能到、啊、那为什么你们现在还会发生这种状况？其实这是道德问题哦，所以市长你研究一下。这个部分我们是严厉禁止啊，如果发生这种问题，我们就会把委员把他删除掉，不让他再做我们的委员。那你们是要我下次拿个案出来跟你说谁这样子吗？这很奇怪啊。这个事实上，你们其实市长，你们这个其实是回避啦。对了，我们会有的真的会这样私下去要求啦，不管是现在以后，你们自己要注意。我们如果知道的话，如果委员可以提供给我们，就把委员把那个委员就删除掉。那郑委员按照他的修正，有没有意见？你刚刚的修正是说费用是不是？是的，是依照规定标准来做。你本来就只能依照规定标准啊，你难道高于规定标准吗？ 对， 對，但这其实工程会的规定里面，那我这样写有什么问题？因为后面禁止的话会扩及到其他的案子，像品管班的部分，你说我是禁止车马费哦，我禁止车马费哦，你要就义务来，就倒数第三案，郑委员就是说，除义务免费外，禁止所属机关或单位以给付演讲会或车马费方式。对啊，所以我不知道说我这样写有什么问题。因为我们的工就是台铁局这边有在办那个品管班的部分，那也是从这些委员里面去挑出来的。那这个是属于，那是在机关。他只要不是台铁的相关的考评什么委员就好了。是我们的查核委员。那个品管班是查核工作里面的一环。市长，你我要听不上我台铁就台铁，公路总局公路总局啊。我这样子跟委员报告。品管班是我们部里面跟工程会委托给张伟，我们先跳下一案了，好，我再跟他谈，好不好？好。啊，这个一三二的部分，市长现在不处理。对啊，先等一下，我再讲，好不好？他跟我讲清楚。哦，好，三十秒。好，那你们去协调一三三。你们到旁边去。一三三有没有问题？一三三这个同仁写的意见是说，现在的所有的费用也都是我们本局在做处理的，所以说这个局长，你不要自欺欺人好不好？如果不是你要厂商出，我怎么会写这个案子嘞？我只是让你们检讨。我们都遇过，要绝对禁止厂商在各种公家机关你们所主办的场合里面去出这些钱，没有错，没有错了。马玉重申了，马政委员提出的非常好，你改都不需要改吧？好，一三三通过，一三四，一三三通过，对，一三四同意，通过一三五，一三五的话是就这个半年内要制定这个生态补偿的那样，因为它的标准呢，还有它的对象，大概都会有一些争议了，所以我们是不是在我们去研议的过程、调查的过程里头，是不是把这一个项目先不用列在半年内制定？是不是可以改成并于半年内制定生态补偿这一句去掉了？并于半年延议制定减缓冲击。前面有拟定因应对策了哈。我看就改成制定生态维护或减缓冲击等相关因应对策了，生态维护了，好不好？好，修正通过。好，现在那个赵委员、郑委员的案子，来一三二案，我建议就这样了哦。就倒数第三行开始哦，原要求交通部制定利益回避原则，这样就好了，其他中间都划掉了，好不好？有没有问题？好，修正通过。好，说完哦。好，谢谢。下两个人，至少要两个人。协商完成，我要做以下的宣告。今日协商结论免予宣读，授权议事人员整理作为决议，列入记录。二，委员于协商中，请交通部提报之事项，请尽速以书面答复本会委员及本会。针对本日会议，做如下决议：本日预算审查结果，照列或照协商结论通过。
交通部公路总局及所属单位预算处理完毕，休息，我们星期四早上9点继续开会。